哎，你又是美女，你是黑山老妖。啥老妖啊？你看到我们家大姐又跑车吗？没看见有大跑车飞过来呀？呜！呼！灯还灯，大灯还照了贼亮挺。声音倒怪大的哈，长得你说这样，你说不说你还能闹鬼。哎，还听着跟爸爸的，讨厌的人的声音，爸爸爸爸的，闹得脑子大，你还是让我说两句吧，谢谢我一帆风顺大哥。哎呀，你这个妖怪对我这边好像不太兼容，这是怎么回事妖怪啊？你说你这咋就是挺彪乎的呀？嗯，不花，在他不花，在我这边花，那就是他的妖怪，他不太容纳我，不兼容。我们这里系统不一识别，对面是个妖啊，不识别。哎，你有可能那副装扮的话就识别了，这副装扮属实有点吓人啊。啊，牙齿还干掉几颗，你说？哎，眼睛的话还冒金光，你说你咋整？哎，我发现你现在你这个脸，以前那个脸还黑乎的还好一点，现在你这个脸还咔咔弄得刷白，我的个妈耶！你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弹板板的那种，妈吓人！哎呦，怎么整成这样了呢？哎，是啊。感觉就是弹板板了都，哎呀妈呀，吓人！难怪我的系统它不识别你，怕你给我们家人吓的喽。哎呀，对你不动它不花，你别动，哎，你就这么杵着，老拐棍杵着，然后你就，哎，你这样子还行，还能看到脸上还有腮红呢。欢迎堂哥，欢迎我家所有的宝贝儿。你别亲吻了，亲吻都没有用。亲吻，你长得有大哥在，你干亲吻呢？大哥在，你亲吻呢？你亲吻也没有用，有啥用的嘞？就你这样，不把人家给大哥给亲跑了，是不是？你应该收敛一点，收敛一点了还行。你们让你就你这一处的，大哥说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要跑了。知道吧，没有人能给你送跑车送飞机了，你懂的意思吗？豆妹儿的直播间里大哥大姐为什么在这又是跑车又是这那的，那是因为啥呢？长得漂亮。各方面都不差事儿，你看又身材有身材，又脸蛋又脸蛋又啥的。谢谢，我忘了，谢谢姐姐。下家身材能说明什么？身材说明证明你吃的少，你耐饿。我长得丑怎么的？我告诉你啊，长得丑不耽误我当杨贵妃，长得丑不耽误我当皇后。你长得漂亮，你不是老百姓吗？长得漂亮去超市你不扫码、啊、不识数啊，你识不识数行吗？你感谢我姐。谢谢我姐。不识数，你学校没上完呢，学前班都没去过。你看你，我这学前班本科我上了六年，你这种学前班都没去过，你跟我干呢？下家，你学前班毕业了吧？你有毕业证书吗？你上咋毕业证书还要拿给你看呢？毕业证书啊？怎么的？我毕业证书还拿给你？学前班六年，我不给你吹牛逼了，六年呢？你上过呀？还做主播，我给你找个班上得了。你们现在的主播，你这个平台要求也太低了吧？啥样都能做主播呀？就他这样的，这么丑的也能做主播，吓人吗？抖爸爸，你这是啥人都能做主播呀？明天你找个班吧，上得了。哎呀，吓人倒快，你在这平台，真的，嗯，你别亲吻了，看得我都
害臊。来，家人们，一人一颗星星，来，来，抓紧时间，来，九幺六六的家人们，一人一颗星星，助力。哎，我们家有助力，你有助力吗？九幺六六家人们，助力来，一人一颗星，来，咱赶紧往上杵杵杵，我往死里揍，不识数的家伙。来，还有75位，一人一颗星，来助力助力。哎呀，那我，哎呀，这下子我坐在这里要睡一觉了，估计。感谢我虎虎姐，我，哎呀，你有没有看到过57级的大姐？57级，姐呀，姐你马上要生了是不是？马上57了是不是？家人们，一人一颗星。56级，还差了一点点就57级了。那这下马上要生了呀，姐。哎呀，那现在的话，我这还有50几秒，我基本上我可以睡一觉了呗，是吧？哎，睡一觉，等等你呗。你好歹往前杵一杵呀，你好歹呀。你拉低我的分呢，拉低呀、啊！你看看你咋的了，一动不动的血条，你往前怼一怼呀、啊，焊住了。谢我小鱼姐、啊，怎么的了？大姐一来把你们就吓得，你看看她焊住了，你血条要修一修啊，你这咋整？哎呀，我都不想说。哎，这咋整？谢谢我姐的大红包。好了，他要开始拉票了哈，干他！干他！他咋的要偷打呀？加那个榜页，我们呼呼姐点关注。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别让他一个抖音一号给偷了，正好偷，加我们小票子往前出出。小票跟上，小票跟上，他是3级，我们是29，不能让一个抖音一号偷了就不行了。对着感情做了个分析，关注榜一。撑伞我去淋雨，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基本上打春天了，这是基本上打春天了都要。我自己、哎、感谢用户940，感谢我今生唯一，谢子腾、啊、感谢我力哥，谢 baby 君，谢丽丽，谢谢四八八姐姐，感谢我小冉，感谢开心，谢我直播间所有家人们，谢谢榜一，咱们点点关注。那啥里克的不塞我们的克劳，你不要得意的太早。是不是放弃挣扎了？投降克拉斯。我们家大哥大姐不喜得打你。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喜欢打我？你们是看不起我吗？你为什么看不起我？因为你眼睛长太小了，没我大。我眼珠子灵活，行不行？你就来个情深似海吧，好久没听了，你停播那么长时间，情深似海都听不到。你听干娘来一段情深似海，把你们就都整走。真事儿，情深似海。嗯呐。
到不爱，今生来世不分开。哎呀，过瘾不？过瘾，我想走了都。这阳间挺好的，你往哪走啊？你把我唱的都快送走了，你怎么你白事？你以前是不是没来抖音之前干白事的？是不是接苦活的？我跟你说，我干那活我早发家了，别小看那个干白活，干白活个个都发家了，是不是啊？我就差没干了，所以我现在不没发不是吗？啊，原来是你干白活，你说都发家了，真的，他会的多呀，吹打弹拉唱你全都会，从那干白活，你啥也不会，干白活没人要你都，真的。啊，白活，那像我们这样都干不了白活，还得接苦活。这话说对了，干白活的都更有米儿，都更趁。哎呦，这个妈呀！行吧行吧行吧，将来给干娘点点关注，这白活干的挺好，现在这有起色了，有起色的。嗯呐、啊、好、啊、就是话你啥前咱俩合作一下子干白活，然后咱们收成对半劈呗。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咱俩可以干、兼职可以、没毛病。嗯呐、啊、行。整好的，谢谢谢谢，对半分啊。对半分。行，拜拜拜拜。对面是老妖，能不卡吗？能不花吗？哎呀，我的个妈呀，太花了，太妖了。哎呦，我的个乖乖，感谢我48姐姐啊，谢谢谢谢我家小鱼姐姐，感谢我锦锦奶奶，谢谢万可姐，谢谢我家所有的宝贝儿。哎呀，我胡胡姐呢？胡胡姐跑了，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呀，连别人就是好好的，连他就不行，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情况呢？他人长得不行呢，还是我对他不行呢？连妹子也花就好笑，连美人她不花不花，昨天连过了，连她都好好的，我跟美人她比较搭。欢迎阿星哥，欢迎我家所有的宝贝啊。啊，看别人就行，看她就不行。诶，这是怎么回事？她作怪，她作妖啊。对，卡哥她不肯定卡，她别人都行，她卡哥肯定卡。今天美人又是一个风格，又来跟我报信儿，又来跟我报信儿了。怕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怕我不知道，又来跟我报信儿了。美人的好看，这那的，你们，唉。那我好看你们看不着吗？天天呢，天天就是别人好看，这那的，这那。哎呀，你们这是我的直播间，能不能就夸夸我，说说我啥事儿，老是提别人干啥？这不是瞎操心吗？这不是瞎操心吗？老是提别人，提别人干什么？提别人。哎呀，我的个妈呀！还有人问我有才艺吗？啥叫才艺？什么样才艺？什么样才艺才叫才艺？我夸往这一坐啊，就是个才艺，长得就是个才艺，还要才艺？啥才艺呀、啊？你们觉得豆儿什么是才艺？往这里一坐，我不开口，坐在这边，就有2000个人看，这就是才艺。
我说的也没毛病吧？啊，别生气，豆儿，我没有生气啊。这有啥生气的？这不是黑粉，黑粉的话我会生气。就是说，我也跟他说的是真实的。来个后空翻啊，前翻后翻360度，我给你跳个楼行不行？30楼往下跳行不行？这叫不叫才艺？还后空翻呢？后空翻这叫什么才艺呀？这叫是不是啊？这也不叫才艺呀，对不对？典型的女汉子一个，什么叫女汉子？我这挺淑女的，你只是缺少了知识发现。我跟你说，没有黑粉的直播间，那不叫直播间；没有黑粉的主播，不是一个好主播，豆妹就不像一个好主播。啊，豆妹她也不是一个好主播呀，做不来一个好主播，那直播间里黑粉都没有。他们不愿意黑我。哎，豆儿是个好主播呀，一般一般。抖音能排上号吗？应该还能排上号。很喜欢我这个风格，那你给我点个关注呗。你没点关注，你纯属瞎嫖。淑女范儿，明星脸，我也不是啥明星啊，但是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是一个很淑女的一个女人，只是在视频当中显示的不太淑女，那是因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视频当中显得我就是这么的爷们儿？因为抖音啊，它是一个平台，端人家的碗就要服人家的管。抖音这个平台啥意思呢？它要讲究人家的流量密码，流量在哪里，我们就要怎么做，你懂的意思吗？我不是因为我想让你们看到我是这样，我只是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样，你懂的意思吗？不是我想让你们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是我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样，我就弄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抖音的流量密码啊，没有办法，我要想吃这一口饭，就要服人家的管，对吧？哎，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的，基本上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懂这意思吧？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你们愿意看都是这一出的，你们不要好好的，你们不看，非要看不正常的。所以说我知道流量密码就是不正常，然后我就干点不正常的事。这个其实很苦恼的，家人们，其实很苦恼的，我的人设就这样崩塌了。本来我可以就是很美美的，就是很淑女很女神的，现在都不行了，现在崩塌了，建立不起来了。你看罗美人建立的多好啊，人家都知道她是美的，不管男装女装都是美女，又是帅哥又是这又是那，都知道她是个美人美人的，那我怎么，我就是憨。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人设，所以说我为什么我要坐在直播间里直播，我为了让你们看一下我真实的脸蛋，真实的面孔，哈，还行。对不对？我来证明一下子，我其实一点都不像我作品里面那样子，有点憨，有点傻，有点神经病，我挺好。我是美人儿，我是美人儿。我是美人啊。哎呀，很伤心啊。连搞笑的主播丰富自喜，在抖音平台上哪几个搞笑主播有超越我的，说一下子来，我连他。来，你们跟我这来举例一下，有几个搞笑主播比豆妹搞笑的，来说，大主播有几个，来说出来几个，我连他来。长长见识，咱们。
八戒，猪八戒连过了。猪八戒我连过。那个叫什么了，逗逼倩倩我也连过。奇隆，我们家小奇那就不用说了，小奇不是一直得会连吗？你应该找一个就是在我之上的，在我之上要比我特牛逼，牛逼不是一点点的，而且我们没有连过麦的啊，你们说的那几个我都连过麦的，你要不是啊，尼古拉斯赵四可以。我们连过麦的不算啊，连过麦的不算，我就知道了他们的小齐了，那个叫什么了，我都知道，八戒他们我们就连过麦了，我们就不找了。覆地圣人镜我们也连过啦。啊，要比我大的主播憨豆豆人气比我高吗？你不要瞎介绍行不行啊，你这比我大的人气比我高的往上面说。五千家以上的，五千家以上的，快点儿，五千家以上，人气低比我低的不行，比我高的。已经全力，你却不比我万分之一。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其实只算是我的传奇。我能，求求连过。老师让我连憨豆豆干什么呢？我跟他又这一样的吗？啊，憨豆豆没连过，连他是他的人气也高，他多少呀？有两千个吗？啾啾啾啾啾啾啾。不是，你们要找一些就是有特别有那个磨合出来就是只碰撞出火花的那种，碰撞出火花的那种，行吗？哎，有的人也不知道怎么也不知道看个啥也不知道。你们天天看直播，你们要看出间门道来，行不行？这也没看出啥门道，这乱点鸳鸯。行了，我谁也不连，我就连我们家老公。都是看笑话的，那有笑话看也行啊，就怕笑话的没有看过，就怕没有笑话看。你们来看直播不就是看个笑话吗？不然你们来看个啥？是啊，不就是来看个笑话，看看今天豆儿有没有出笑话，有没有出洋相。嗯，是不是啊？放的什么歌不告诉你啊，你加个团儿我告诉你，行不行啊？我不告诉你。其实是一匹大美女，我是马呀，我还能一匹呀。新段子都看了吗？今天没点赞的给豆儿点点赞好不好啊？连云朵老师连过。加团
完，就是这个黄色的星星点一下，你们有的已经加过了，黄色的马瓜插上去了，就是已经加过了啊。昨晚你跟美人结婚，把我头都笑晕了，今天晚上估计要离了。石大侠连过连过啊，基本上这抖音的基本上一些你们说出来那个这大大小小主播基本上也好多都认识。今天晚上我们要搞离婚仪式。等一下兔老亮那个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要搞个离婚了。昨天晚上洞房还没入呢，今天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了。哎呀，今天我跟我对象基本上要搞离婚仪式了，昨天晚上刚结。嗯，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怎么那么不合呢，一个晚上干下来以后就要那个了，就要分了。今天晚上兔老亮又给我们主持离婚的婚礼，那离婚还需要婚礼吗？后天再复婚嘛，那不一定，中间肯定有点那个啥，昨天晚上洞房都没来得及整。离婚孩子归谁？我生的归我，他生的归他，这样的大家都不干预，这两个归我，那一个归他，不就行了吗？这个好分。要不这样，要不我再生一个，四个，两个，两个人一个，这样子的话更那个啥，谁都不吃亏。是吧？哎，今天办满月，离婚也要婚礼吗？对对对，离婚也要婚礼，但是要看兔老亮怎么给举行了。他肯定今天要上枯火了。啊，要上枯火，谢谢我呆萌的大笑。要上要给我们要上了。哎呀，简叔哥来了。串了。啊，哎呦，你刚上啊？啊，刚上，开了有十分钟吧。啊，我们还讨论呢，我就讨论我的，等一下我再跟我的那个对象的事儿讨论。实在不行了，你找老哥，我给你帮忙参谋一下，让我这个左眼也看一下。你不用看。看啥呀？对就对，不对就拉倒。你这行。妹子，嗯，婚姻这事咱不敢马虎，弄不好就上贼船了，这就毁了一辈子的幸福。没事，你妹好的呢，没事，对不对？那妹子，那咱开始玩一把好不好？行，可以。好的，行啊，那我就表演我的歌曲了。啊，哎呀，对了，我介绍一下啊，大家，我跟你说，把咱汉豆妹点不关注啊，让你看到我，就让你看上一场表演，我跟你说，你晚上都睡不着觉，真的太好了。哎呀，你打什么啦？这那个惩罚是啥？我不知道，我给老师学呢，我不知道怎么惩罚。惩罚也不，你不打惩罚呀？打不打惩罚？惩罚好吧，我说打惩罚，那就表演节目好不好？表演节目那不行，表演节目那叫不叫惩罚？那你说吧，老师你说，我给你学呗，你说。嗯。输了要不停，输了要不就下播吧。谢谢。那你要老哥的命了，我就跟着才锻炼时间呢，你让我回家得了，那就拜拜了，我走了啊。哎呀呀呀呀，你这个难题我从来没见过呀。你说是吧？哎，都把他给吓的，我说输了以后下播，他吓死了。是啊，我才想和你学一点本事吧，你这一说得了，我不敢和你 PK 了。你看看我一下子就摸出来了，他家有多少底，能搭出多少分儿？你看看他不一定心里当时想的不一定能赢我，这么一想我就知道了。哎呀，谢谢。这么一，我就这么露人家的底不就行了嘛？我真跟人家打下播，我也不想下。哎呀，是啊，
这哎呀，你这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要么我都、嗯、我都敢打了。你要不说，谢谢你要那么一说让下坡，我都得回家。我跟你说，大家给憨豆妹啊，这个搞笑的妹子，大家点不关注啊，兄弟姐妹们。我就说来个自嗨，你就来个自嗨吧，惩罚行吗？好吧，好啊，没有音乐的自嗨哈。行，嗯，那反正我跟你说，你说没有音乐的自嗨，我没节奏感，那怎么办？好的，来吧，随便嗨、嗯，好吧。家人们，有人气飘飘的来来，不是人。这个叫先摸一下人家的底，你说马上下播，人家没有条件，这种不行。有条件的话，他就接了。那行，这么一上，我心里没底了。是的，是吧？到时候行的话，我就是说，哎呀。我这么一说，我说咱不打这个，来换一个，是这样吗？哎呀，你们想的你们还真是，这娘们多损，这娘们太损了。事儿吗？真事儿啊！感谢我凤凰姐姐，谢谢大家的助力啊！他能听到我吗？这老头坏得很，不给我闭麦啊！感谢我琴姐，谢谢我胡子哥，感谢我英子姐姐。撒！这老头儿听偷听我们。PK 值再加成，感谢红豆哥，谢谢我小鱼姐，谢谢我野猫哥，感谢胡子哥，谢谢新生阿姨。不能浪费这个加成，50秒的加成，咱们不能浪费。咱这有人气票的，就现在就上人气票来。有票的现在上1.5倍，平台给的啊、哦，平台给的1.5倍。谢谢我胡子哥，感谢大家的人气票。15秒，加成，感谢我四四八八姐姐，谢谢大家的助力，
谢我胡子哥，感谢我迷情哥。迷情哥你在呀、啊、你怎么不说话呢？感谢我大哥的跑车，谢谢胡子哥，感谢我四四八八姐姐，谢谢阿星哥，谢谢往事哥，感谢我小鱼姐姐，谢谢我男神哥，感谢马大姐，谢谢我英子姐，谢谢凤凰姐姐，感谢我家所有的宝贝。奥利给，我还以为输了呢，没有、哦、我们大哥在，大哥在看着呢，最后的话大哥给整滋了一下子就拿下了。谢谢大哥，感谢我家所有的哥哥姐姐们，谢谢大家的助力啊，感谢大家臭臭救。结束了，结束了，太有才了，太有才了。结束哥，那个啥，你就这嗨一段吧，我没见过你嗨，不要音乐。不要音乐啊？对。不要音乐，那扭一扭。对，你嘴巴里还得唱。唱个啥？让我想想。啊、我唱个儿歌吧。嗯，反正你就自己嗨吧，你就让自己还得扭，还得扭，还得跳。你试一下子。好吧。嗯呐，你得解放天性，解放天性。你别在那里，在那里好像挺拘束，你跟我们不拘束哈。你该跳跳，该跳该唱的唱，你该干啥干啥，你整起来。好吧。整起来。好吧。嗯。哎呀，让我把架子伸一下啊，架子有点低了。啊、好吧，我年轻时候学过霹雳舞。好，几十年都不会了。好。哎呀，不霹雳舞，啊，太空舞好不好？太空舞啊，你啥舞都行。哎呀，你不要跳六就行。哎呀，镜头太近了，没办法。远点啊，没事兄弟们，没事，啊、没事，来吧，来吧，哈，好，嘴巴里嘴巴里露出来，嘴巴里，嘴巴里还那个啥，还得唱，行不行啊，兄弟姐妹们，你得唱啊，唱啊，跟节奏啊，啊，不会唱呀，唱歌你不会吗？我有点紧张，我见你，我有点紧张哎。哎，你就啥也不用弄，你就跳舞。这么的感动我与山东的一套，哦吼！哎呀，这个会，这个会，这个会。我一个手中的冷风，这个用没烫，他妈又用来征服我的我说，这才叫自嗨。不行，声瓜太声太断了，不行，够不着嘛。好吧。我听不到声音，来一段就来一段，放开天性就放开天性，好使了。对呀，你这嘴巴得喊呐、啊，对吧？不然的话，你哪有节奏啊？好的，来一段就来一段。哎，对，你这还得嘴巴里还叫起来，你说哦，妈靠，加斯比雷。好吧。嗯，放开天性就放开天性，这回做个小孩。对对对，解放天性，哎、这叫解放天性。门儿丫头你莫走，太干巴了。下一句是啥呀？我咋给忘了呢？门儿丫头你莫走，叫声哥哥招招手。又不会了，妹子，哎呀呀呀呀呀，会了，你说，随便摆摆吧。现现丑吧。好了，这个我知道了，这个不是他强项，这个、不是他强项。嗯，你跟我要多学呀，你这个就不行呢，你这个。哎呀，嗨不起来不行。行，我到明天我北壁每天练上一段带节奏的。嗯嗯，你嘴巴里得唱有节奏。欢迎蕊哥。你嘴巴里会唱节奏的，什么护花使者了、站台了、炸雷了，你得唱啊，知道吗？哎，唱起来，然后你这站台这个歌都挺熟的，要用那个啥，要用 DJ 版的哦。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啊，这样就对了。咱们给简叔哥点点关注啊，他现在还没有谢谢还没有谢谢、啊、天性还没有开始解放呢，要解放出来的话，他也很厉害的，知
知道吗？啊，啥时候把炸雷那个加斯比莲炸雷炸雷，就那个学会了就行，你多听听，行吧？对，好的，好吧。哎，那个就对了，嗯呐，那个就对了。谢谢老师啊，多听多听炸雷啊。好的，炸雷回头我记着。咱就来一个炸雷，好吗？我打算今天晚上不睡觉，我准备练一晚上，明天我就 PK 你。PK 我炸雷啊！啊，入营不要紧，咱气势不能倒。今天我和老师学了一招，嗯，心虚咱脸不虚，吓吓他们。挺好，简叔哥特别谦虚，而且特别好学啊！一直到豆直播间来说，给豆儿，你们得看看豆儿，你得学习学习。其实我身上没啥学的，没有啥学的，只有学一样。你知道是啥吗？我比你有一样是强的，皮比你厚。你咋说的这么实在呢？我明天只有一样比你强。我明天我们这边太阳紫外线强，嗯，我要学的比你皮还得要厚，我明天打算晒太阳。你皮不厚，你看你都有胡子长出来了，你看我连胡子都长不出来，这皮有多厚啊？哎呀呀，老师，看你说的我这个老，我哎呀呀，看你说的俺都挺不好意思的，真的。就我这个一点比你强，好吧？你这学我这。不要脸的精神，往出霍霍就霍霍粉丝就行，哎，知道吗？对了，哎呦，粉丝他的心脏已经被我们这些主播练的可强大了，你不要收着在那里拘着在那里，哎呀，你这那的，他们不喜欢看，他们就是加速逼脸逼脸，哎，他你要把这种精神拿出来，他们就说哦，这个人他脑子有病，他们就愿意看。我打算就向这一方面发展，我把我天生的这个潜伏的这个，这叫啥？这叫狂躁，我打算给它挖掘出来。对对对对，你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好吗？好的，放开自己，放开自己，让他们觉得我们跟他们不是同类，是异类就对了。谁看同类啊？哎呀，老师啊。你咋说的这么好呢？我想表达我准备的，他就是，你表达不出来，倍儿倍儿不出来，没办法。啊，我都听你说了，嗯，是吧？哎呀，老师给我可给我传授真传了，兄弟姐妹们啊，又就照着老师这样学，又跑偏一个，都是网红，都是大咖。哎呀，那没办法。行吧行吧，那我撤了，那我撤了，就这样，下次你就炸雷吧。好的，谢谢老师啊，谢谢。下次炸雷，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好，炸雷，行。啊，嗯。你看豆儿的魅力有多大？豆儿魅力有多大？连一个神经一个，连一个神经一个，连一个发神经一个，多好哦！你看，是不是啊？又一个被我带上道了。哎，我怎么魅力就这么大呢？这就叫该死的魅力，你们懂吗？该死，该死的很。谢谢我榜上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感谢我四十八八姐姐，感谢胡子哥，谢谢迷情哥，感谢红度哥，谢谢阿星哥，谢万科姐姐，谢谢我英子姐姐，放开了干他才行，才有人看。不是，我只说的是一个道理，我说为什么主播要这么整呢？就是这么整的话，人家都愿意看你，不然中规中矩的属实没有人看。现在的人咋想的，都疯了吗？是不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太单一了，太枯燥了，因为生活当中接触不到像我这么疯狂的人，现在跑网络上面见到了，看到豆儿怎么这么疯狂，怎么这么牛叉。哎呀，豆儿我好心
羡慕你啊，我好崇拜你啊，你是我们女人当中活出了一个榜样，我们女人不该想象的样子你都把它活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啊，那些姐姐喜欢我，她们都说我看到了你年纪，我年纪轻的时候你我的样子，你真的好有魅力啊，我爱死你，么么哒，是不是啊？是的意思吗？离婚了吗？还没离，昨天晚上刚结啊，洞房都没动呢，就让人家离呀、啊？就算我离了，你也没有。你也不要想，我是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知道不？我无法自拔，不懂得悬崖勒马，让我体会吧，这爱恨的落差。度是你们永远得不到的女人，你就不用想了，不要说我离一次婚，我就离十次八次，我也不一定能得到我，是不是啊？给个机会，给啥机会啊？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刷100个嘉年华，来刷吧。来，家人们，给个机会。他说给个机会，我给机会，来，给个机会，100个嘉年华往上整，有机会来了，让你亮亮相吧，小宝贝儿。勇敢冲锋，你的一丝丝笑容没了，一阵风的心已经在蠢蠢欲动。我以为来100个嘉年华来亮相吧，小宝贝儿。你听今夜的风，它给多情，让今夜的愁都消散梦影踪。你看，没有那个《金刚钻》，别两揽那瓷器活。这句话，这是一句老话，没有那个金刚，没有《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没用的，一套套的。三一路冰红，让今夜的梦都眼泪变痛。小宝贝儿闪亮登场，我在等着呢，我在等着人家100个嘉年华闪亮登场呢，没有啊，还说要给个机会呢，我咋给机会？我给你们机会，你们不抓住，我给啥机会呀、啊？哎呀妈，气人！我给机会了，你们不要，给机会不要，那等会咋整呢？我应该怎么说呢？是不是？没办法，表情包想好了吗？想好了，表情包啥都行。嗯，只要你们那个的话，我都啥都能整表情包，表情包能行了，你们放心吧。豆儿，现在你在哪里？在家里啊？是不是真的给机会？100个嘉年华来上吧。蒙蒙身影，夜色好像你迷人的眼睛，凝结时空，凝结瞬间感动，只为一个人。哎呀，刷100个嘉年华真能跟走，嗯呐，是的，大哥赶紧上吧，我都等不及了。我想等的大宝贝、小宝贝呢，来发挥你们的那个实力呢，哎哈，我等到现在都没人等，等不着，气死了。哎呀，气死了，你。不是说启东的吗？我在家里啊，我没你说在哪里吗？我在家里啊，我在启东是在启东，你没说我是哪个城市？我说在哪里？我是在家里。另一座城，孤单满路，数着匆匆身影，朗朗该送。刚组局是什么意思？刚组局是什么意思？啥意思啊？啥意思啊？让我连人家吗？让我连人家吗？连他们吗？行啊，我连他们呀，我连他们。那个，我看谁在啊？看谁在，我们连。美人在吗？不在呀，不在呀。他不是卖货吗？他现在还卖货吗？哦，他在 PK 中。
他在 PK 中 PK 中，等一下等一下，等他结束你跟他说，我在等着他哈。没人在连麦，等我在等着他，等着他让他那个结束了过来找我。啊，刚带货结束啊啊，那行吧，那行吧，那行吧。连别人啊，连别人的话，我得看看，这完事让他来找你，对，让他来找我吧。我先给你们，要么这带两个节目给你们。啊，今天美人打扮的可漂亮了，有我漂亮吗？有我漂亮吗？有我，豆姐，你拍的作品不错呀，那是不错嘛，那是相当不错呀。你没夸到位呀、啊，嗯呐、啊，那是不错嘛，你那些讲的是相当了。啊咳，你不行啊，我不行，你行就行。感谢小玉啊，谢谢小玉啊。感谢，谢谢小玉啊，感谢小玉，你来看我啦，来看我啦，蒙太奇，对，我啥时候一人连几个演几个角色啊，就是蒙太奇啦，嗯，小玉你一般都是白天播是不是，晚上不播，每人一会儿连斗可以的，我看一下，放下姐在吗，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在，我看看啊，今天那个王威念老师是不是那个啥来着，他不太空啊，不然的话连连他呀，我现在抖音的搜索都搜索不到，怎么回事，王威念老师在吗，他下播了是吧，他下播了，王威念老师下播了，嗯，不然的话明天那王老师他有比赛，今天我看他上了一会儿，上了一会儿。和尚在吗？我不知道，我要看那个，要看。龙上，龙上，是不是让我来主持你们的满月酒啊？什么？昨天？我今天活挺忙的啊，你咋的了，你就接白活了，待会儿，对，还有一个白活要上，嗯，昨天我们入洞房，还没入哎、嗯、哦，对，昨天霍霍的不轻，差点入洞房，但是没有入成，今天可以入成功， 今天应该可以入成功，我还以为你今天来捣乱的来的呢，我想今天你是不是给我们举行一个什么离婚典礼庆典呢，是什么的、哎、捣什么乱，今天不知这个美人是什么造型啊，现在今天说是造型什么旗袍，黑旗袍什么东西的、哦、穿有没有穿黑蕾丝和黑裤衩子什么的，黑蕾丝，对，黑蕾丝，你咋知道呢，黑蕾丝，他今天穿了黑蕾丝，对，我猜的应该差不多，裤衩子穿啥，你我咋知道啊，我没问他，你得还得想知道人家是裤衩子呢，不是都是一套的嘛，一套的嘛，咔，从脚到上面一套嘛，嗯，和尚他的经验是挺丰富啊，丰富啊，哎，这慢慢啥都知道啊，慢慢黑蕾丝都知道，这不是、嗯、这不是那是你偷偷告诉我的吗，嗯，我啥时候告诉你，是不是这么穿的呀，你是不是现在穿的黑蕾丝啊，为什么说出来，哎呦，这黑蕾丝，豆妹儿你别，豆妹儿你别惹事了，对佛教的，欢迎桃李哥，对佛教的不尊重，你现在看一看对面他是佛教的吗，嘘，不要提不要提不要提，哎呦我的个妈呀，不要去，他是正经和尚吗，嘘，不要去搭理他，好，知道了知道了，嗯，
是不是真情和尚？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是啊，豆儿，你非说出来干啥？弄得人家脸都红了。我也是猜的呀，谁知道一猜一中呢？你猜对了。哎呀！呀呀！哎，我悄悄告诉你，你是穿黑色吗？带窟窿眼的。那你猜一下，你猜一下我的。你肯定是这到膝盖的那种。啥颜色儿？啥颜色儿？老头穿那种大裤衩子。哦，你跟美人穿的是带露纱碗的黑色儿，我就穿老头裤衩。你咋想的？因为你老，你太爷们，我们很阴柔，嗯。那我不穿老头裤衩，再给你机会，我也穿带漏洞的，颜色跟你不一样。不，你是一根线儿的。不是一根线儿咋穿？人家最起码三根线儿才能卡住呀。和尚嘛，新鲜的了，一根线儿也行吗？一根线儿。我一般都一根线儿。这一根线儿往哪里进呢？一根线儿你缠绕一圈儿。一根线你缠可以，有地方缠，我那没地方缠呢。挂一圈儿，再缠一下，挺好，挺好。哎呀，你那有地方缠，你让我往哪缠？他瞎扯。嗯，咱能不能不研究线儿了？咱你老研究，对对对呀，你老研究嘛，你老是把我带跑偏。你说美人开始说起，我就是顺杆爬了嘛。咱把那个美人弄上来看看，她到底穿的是啥，行不行？他能看见让你穿黑色的，这种他不让你看的。昨天啊，昨天穿的是白的啊，今天变黑的。对，今天黑的。嗯，这娘们儿不简单呐。那美人呢？美人现在那个啥了？他是个黑白无常啊！他美人现在在那个吗？在 PK 吗？美人挺忙活的。他一会儿来啊。真是，没事儿，咱俩先小整一把。对，黑白通吃，不简单呐、啊！他咱先小整一把来，行吗？行，来吧。嗯嗯，你说咋整就咋整，配合你。嗯，婚礼策划，今天策划的是满月酒。今天满月酒。那个叫啥来的？他们说我们两个说的不文明哦，刚刚。谁说的？谁啊？我们有粉丝说我们两个说话有点不文明，但是我跟你说，他们说我们不是，他说我们不文明，但是他们在直播间里还特别愿意听不文明的。这就是人性，你懂这意思吗？我文明啊，我是个老实人，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我这个人啊就说话从来都是很老实。嗯，我都害怕，我一见女孩子我都脸红。就比如说我现在跟那个豆妹一连麦，豆妹要不穿的这个中性一点，我一见她我就害羞死了。是吗？等一下我给你穿个女人脸的。那我就行啊，我等一下穿个跑，穿个那我就跑，穿个特别，我也穿个黑色蕾丝的。等一下，哈哈，我有，你别这样，我有，这样，真是真是，我是个老实人，家人们，我是个老实人，我太老实了，家人们，你们不要这样折磨我，你们这样折磨我的话呢，我会受不了的，我会随你们而去的。行。咱们打个呀，我打个几分钟，十分钟吧，打个过程吧。不打过程了吧？过程。不打过程。过程好吗？过程。过程好玩啊。过程的。过程好玩。过程就过程吧，随你。嗯。
我这反正我这人比较随意，你说啥就是啥，反正我不挑，我这人、啊、对，前一后一吧，不挑，我也不挑，没事儿，这是乐娱乐娱乐，怕啥呀？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了吧，陈姐？噩梦，一般他们说做噩梦都是梦见我了，一梦见我都噩梦惊醒、嗯、是吧？应该梦见你会心里会、嗯、会不会那么浮躁啊？为什么梦见你就噩梦？不是，就是就幸福醒了，幸福醒了吗？啊 ，Super 嘞，空气嘛嘞，咱们上100票来，和尚让他不要说话。家人们，咱们送个小眼镜好不好？嗯、送个小纸鹤，咱们有个小纸鹤的，让他们下去。送个热气球。送个热气，送个跑车，送俩热气球，送个飞机，送个火箭，穿它。好了，你下去吧，你穿啥穿？兄弟们，感谢我一只羊哥，谢谢我红度哥。苏克马恰，谢谢我女人姐。嗯，和尚一不说话，他就坐那里就可乖了，就开始掰手指完了。嗯，他开始数手指喽，就开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数到10个。谢谢我心口人哥。哎呀，这个你不要得想那个，我跟干娘玩的过程，他就坐那里，后来就血条就坏了。558，这566，你这，我是学前班六年级毕业，你这看不明白吗？你这是，掌声，空，豆妹该说不说，兄弟姐妹们啊，就豆妹这个嘴呀、啊，叭叭的，老能说了，知道吧？就是说一会儿不让她说话，她能憋死，就这种类型。所以说家人们，咱让他憋个5分钟，让他不能说话，让他找找那种憋得难受的感觉，憋得抓烂叫抓地挠墙那种感觉，兄弟们。对，感谢大哥大姐们能够帮衬一下的话，咱们一起来帮衬一下。有眼镜的话，咱们整个眼镜，嘘，挠墙抓地，对，让憋得难受，哥哥姐姐们能帮衬一下的话就帮衬 Thank you。乌鲁曼呀嘿，乌鲁曼去了看怎么看？豆不说话就能挠墙啊？那憋死你就得挠墙挠地。现在墙你是挠不着了，你必须得挠地。谢谢，感谢大哥大姐们啊！为啥呢？豆他属于外向的性格，就外向性格。但我呢，我属于内向的性格，其实我往那里蹲不说话是可以的，但是豆不一样，他要是不说话能憋死他，老难受了。你看那劲儿，你看装可怜的小样，小眼睛巴巴的啊，哎呀，小嘴儿，你看想说话说不出来，欲言又止，这是一种最难受的感觉。谢谢大哥大姐们，咱们家也过个年，哥哥姐姐们，咱们也豪横一把，咱们也洋气一把，家人们，洋气，今天就是如此的洋气。谢谢咱们上榜的大哥大姐，洋气啥呀？你洋气一会儿，感谢我马姐。咋洋气啊？头发上没毛，现在就是洋气的感觉。嘘，这就是洋气的感觉。对，哥哥姐姐们，咱们也洋气一把，欢迎咱们家宁波回家，感谢所有助力。感谢我48姐姐，头上没毛，秃老亮，有啥的洋气的？我感觉冠军给你起了秃老亮的名儿，有点洋气。其他有啥洋气的？你洋气个啥了？有个袈裟就当自己真是真和尚了。啊，有个鞋垫子往头上一靠，就真的取到真经了。这突然，你能不能不说话？突然之间就洋气了，感谢我姐。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说话？小嘴叭叭叭叭叭叭的啊！
对，谢我七爷来了，我的个老天爷呀、啊！我那个七爷，感谢我七爷的圣驾光临，谢谢七爷的到来，谢谢七爷，谢谢七爷，感谢您的支持，谢谢哥哥姐姐们，咱能搭吧？搭什么手搭？七爷来了怎么了？我们家还有八爷呢，是不是啊？七爷，我们家八爷，你们家八爷，我们家这还有十爷呢。感谢我熊二哥，洋气不？洋不洋气吧？你就说。哎呀，还这老。我的个老天爷，感谢我七爷威武霸气。多谢七，谢谢我熊二哥，感谢我冰华姐，这个啥？闭嘴！谢谢我七爷。感谢七爷，谢谢七爷，谢谢，太够意思了，七爷，感谢，家人们，咱能不能打上威武霸气，就是这么豪横，让对面就是憋得难受，这家伙给你嘚瑟的啊，就，谢我哥，小星星来！哎呀，这个咋整？怎么捶你小胸小胸口啊？捶你小拳拳呢？打死个龟孙儿！啊，打死个龟孙呐！打你杜姐吗？杜姐现在挺吃菜呀，你这打杜姐呀？打龟孙，打鳖孙。打小鳖孙，打小鳖孙呐！哥，这个绝对咋的了 ？Sex，fighting，sex。来吧，上个嘉年华吧！谢谢我明华姐。昨天你给我婚礼差点给我整黄了、嗯、你竖大拇指，你让他们穿就行了。豪情万千，好好好，够意思，没错，绝对的是那个。欢迎涛哥，谢谢，我的天哪，跑车，谢谢我们的歪歪。谢啥谢？涂老亮，你谢啥呀？哎呀，他马上要站起来拉票了啊！兄弟们，他完了！兄弟们，他完了！兄弟们，他完了！哥哥姐姐们，就这一分钟，咱们有散票的往前助力一下，打成那样，不能打输。他完了。感谢家人们的支持，谢谢咱们上榜的家人们，七爷感谢，太够意思了，相当有画面，家人们相当有画面，家人们这已经太感动了，谢谢，真的感谢，真的感谢，谢谢，咱们小眼镜什么小星星小花小草，咱们整一整，家人们啊，整一整，感谢家人们。愚昧的，愚昧刚刚跟愚昧玩完，嗯，谢谢家人们的支持，谢谢。
谢谢我们的紫歪歪，谢谢小姐姐，感谢小姐姐的支持，谢谢谢谢，感谢家人们，谢谢，太厉害了，哥哥姐姐们，谢谢，感谢七爷，感谢七爷，家人们，咱们虽败犹荣，对，要没有七爷，咱们这个画面相当的，谢我哥，相当有画面了，谢谢，感谢我熊二哥，你还最后还守了一个2000多分呢，还掉了，不用上了，其实都还掉了一个，感谢熊二哥，谢谢我哥啊，感谢，谢谢大哥。感谢我48姐姐，谢谢我明华姐姐，谢谢马姐，感谢我中国梦姐姐，谢谢红豆哥，感谢一只羊哥，谢谢倩倩姐，感谢我北京红豆，谢谢我兰花星，谢谢我家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感谢大家的助力。谢谢大家，牛皮卡拉萨哦！感谢大家的助力啊！哎呀，开麦听他说点啥？再次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您的威武霸气，他完了，他已经完了。谁完了？你呀、啊。我咋完啊？我刚刚不是闭麦的时候我说他完了，他今天真完了、啊、为啥完了、嗯、因为他要惩罚我了啊，兔老亮也忙着吧啊、嗯、你咋的了，你要换衣服了？我换啥衣服啊，我吓我一跳，难受，那我还以为你要换衣服了呢，开始整了呢，我开始你开干了呢哟，那个怎么整呢？你说罚个啥呢？你说我都接受，嗯，我这人不挑，不挑是吧？要配合，对，无条件配合、啊，不是，是的，用户267，您说的太对了，嗯。没关系，根本没事，跟和尚打的有啥事吗？没事，那个炸雷的看的太多了，我们不想看炸雷了。对对，老炸雷、嗯，老炸雷，不炸雷，老炸雷的不行。哎、啊，演个孕妇啊，孕妇是什么鬼？歪歪，我给你点关注了，歪歪，歪歪，你真好，多谢我们的紫歪歪。不是和尚，你孕妇是啥呀？孕妇。孕妇也没啥意思啊，孕妇就是就肚子大肚子，就是我没见过，他们说的，我们家粉丝说见过你孕妇是啥玩意儿、啊、好久不没啥意思哦，孕妇不行哦，孕妇不行，养啊，小鱼姐说眼养吗？哦，孕妇的肚子眼养啥意思啊啊！弄死我吧，啊、弄死我吧！你们弄死我吧！对了，戴长睫毛跳洗刷刷，好不好？我不会跳洗刷刷呀！洗刷刷，洗刷刷，呜呜，就这个，这个好跳。哎呀，你们弄死我得了！来，把长睫毛戴上。昨天那个是长睫毛啊？我来看，你是最新版本吗？最新版本的话，这个长睫毛有。PK 整蛊里面，一二三四五，第六排的最后一个。好、啊。有个眼睫毛的，哎。盆舞是啥？跳盆舞是啥？跳什么舞？盆舞。盆舞是啥玩意儿？不知道，没。我也不知道，他也没跳过，就跳洗刷刷就行。要这是跟你俩呢啊，盆舞是头戴着个盆，不要他的盆，就跳洗刷刷，他这个造型比墓园戴的好看。你来吧，跟我俩的、我最主要他眼睛瞅不着，你的眼睛都睁不开了，这俩帘子都挂着啊，可以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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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洗刷刷就行。洗刷刷咋跳啊？哎，不是跳个么么哒呢？跳么么哒，随你吧。哦，百万个吻，百万个吻。啊，百万个吻。那你这么妖，你不得来一个百万个吻？哎呀，哎，哎呦，阿姨。眼睛都看不着。我想我们前生一定是情人，不然我不会爱你这样深。如果一生缘分只能留个吻，我想想你一定百万个来生。哎，刺脑，刺脑。啊！哎呀！啊！刺脑啊！好有！造次！哎呀！不要嘛！三个人等一会儿，马上连。发生了什么事情？哎呀，这形象太吓人了，家人们，我也无语了。这形象，他就是想回我呀，他就豆妹，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回我，让我家的大姐卷不走啊，就是想毁了我呀。回你干啥？哎，你能找得到美人吗？我怎么找不到她？等一下，等一下，我结束，好吧？四人干啥呀？美人等着我们呢。还。哎呀，我来找找他。你在 PK 邀请里面找找。你俩是一伙的吗？是一伙的。伙能不是一伙吗？对，咱俩是一伙的。咱俩一个爹妈生的。不是一伙的，这么合拍吗？不是我们俩是一个爹妈生的。能找到他人吗？找不到他我们只有放弃了这一把。我也找不到，要四人连了，四人组。欢迎 Sunny， 好，我重新组局儿。好，现在可以了，来，可以了，来，让美人进吧，快点儿。人呢？哎呀，哎呀，我的老天爷！美人呢？哎呀，我这个了，这看不着他人。谢谢谢谢八戒的兄弟们啊！美人看不着他人啊！谢谢八戒的兄弟们，谢谢谢谢啊！这个不着急不着急，哥哥姐姐们不着急不着急，我来找找美人，看来了来了。有多长？哎呀，你看到没有？和尚，你看到没有？他今天是黑色蕾丝不？让我戴上帽子，好好的看看。我的个老天爷！嗯。把恁家的文章都做成衣裳了？哎呀妈呀！哎呀！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干什么？腚挺大呀，腚啊，啊，嗯，哎呀呀，哎呦，垫了一个假的吧？你这你都看出来？嗯、差不多能看出来，肯定垫了一个假的、哎。和尚眼可真贼呀、啊！嗯，我今天不单垫了假臀，我还垫了假屁股。
他进了假胯，我就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说呢，你可是老油条啊，你是前凸后翘的。嗯，我说上次怎么一搂他的腰一摸，从里面拽出来一大堆一大嘟噜，一大嘟噜海绵是吗？海绵垫儿。对，嗯。昨晚结婚，美人今天做舞女了，百乐门出来的。对，今天是百乐门，你看。嗯，今天百乐门。今天该说不说，挺妖啊！今天，嗯，还行。哪天不妖呢？今天还可以。那个造型好，哪天不妖呢？不得劲儿。昨天是孔雀好吗？昨天是白孔雀，今天是黑牡丹。昨天毛太多了，不得劲儿。毛多扎你啊！这是，扎的很。一摸一身毛是吗？嗯，挺好的。舒服。美人，你穿那黑色，我也有黑色裙子，要么我也换个黑蕾丝让和尚瞧瞧。你有吗？黑蕾丝，敢吗？你换的话，和尚也换，和尚也有一条黑蕾丝的裙子。你有没有？有没有黑蕾丝？我没有，我没有。你准备一个，你有没有？可以准备一个。你有没有黑色的？我先问你，我要看一下，我要穿一下。和尚，你以后要看齐我俩，我俩有什么衣服，你得准备一个，黑蕾丝的连衣裙或者黑蕾丝。降妖，对，我的职业是降妖专业户啊！今天怎么跟俩老娘们搞的挺好、嗯？我要不要穿？穿上呗，穿上。你这个衣服太普通了，你现在穿这个衣服，这个吗？这就行，这就行，穿，你穿上吧，黑色。不是蕾丝吗？这和尚，这是不是蕾丝吗？他对他比我这个还蕾丝呢，你看我这个就是这样的蕾丝。对，蕾丝。我穿啊。穿上吧，穿上。和尚，要不你等一下你穿个旗袍，你要不要你也穿？你穿个旗袍吧。我不穿旗袍。我这个也是旗袍，我这个也是，你看。你不要诱惑我，你不要。哎呀。行了，收了你的神通吧，行了。垫着那假屁股还有脸给人家看，垫哎呦，裤子要脱呀，裤子不脱不行，他还有脸给人家看他，垫那么高他，哎，弄个中国结，哎呀，干疯了你，中国结挂耳朵上不行吗？挂哪儿？挂这儿。世界冠军和美人在抢豆妹，我知道，抢吧，反正不关我的事儿，他俩打起来才好呢。你看不嫌事儿大吗？反正他就是看事儿不大，他想把事儿弄大一些。是啊，就是反正我最后这个旗袍啊，这个旗袍是定做的，它不是买的，都是这都手工缝制的啊。你看这应该做个和事佬。不是，我最后想渔翁得利，就是说你们干的两败俱伤。没事，难，是难、哎，是我的了。不挂，我不挂。到最后谁是你的？美人吗？不是，谁跟？不是罗美人跟那个谁吗？跟那个世界冠军俩人干。对，这个叫来要大概要几千两三千元吧，差不多。这种衣服比古装要便宜一些。哎呀，那个豆啊，你哎呀，这家伙换个蕾丝换这么慢，我们都等不及了，我们都等不及了。你想干嘛？你想打我呀？等不及了？不是，我想让豆给我们走个模特啊。Ladies and gentlemen， 哎呀，这个小娘们儿，谢谢关注啊，感谢关注，可以了吗？兄弟们，这还聊得吗？家人们，咱们一来都被人家勾引，都被人家调戏，一来都被哎呀，那边看不到我的头啊，我看一下。我看不了这个，看不到我的头。支持和尚啥意思呀？支持和尚是什么意思啊？进来，哎呀，我进来看一下，看不到我头吗？哦，这样可以看到，可以。支持和尚，和尚怎么了？打我们呀？还是支持和尚？啥意思呢？你们的背叛呐！兄弟们，咱，哎呀，真好看。这俩，你们俩干什么？你们俩想干什么？你说。没有，就是配合一下，以服装稍微搭一下嘛。不是，我最主要里面的那个内衣这个颜色。啊、那到底哪个是男，哪个是女的？整个颜色整不太清楚。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颜色好像有点不搭，这个。不一样的娱乐效果，家人们啊，这个娱乐效果跟那个降妖不一样的娱乐效果，这俩比他们，我感觉还妖呢。嗯，谁了？你现在想哪些美人？我说是美人，挺妖娆，挺妖娆。嗯，美人不就是想找一种妖娆的感觉吗？对不对？对，今天不是妖娆，其实我今天正常来讲应该是。欢迎咱火火，端庄的一种感觉啊，就是百乐门那种，就是大家闺秀的那种舞女的感觉，大家闺秀的舞女，她从大家闺秀走出来的舞女。哦，舞女还分个档次呢，三六九等，就是、是吧？不，也不是三六九，就是比较有气质的舞女。哦、明白了，你就是专门接大活的舞女。就比如说你穿上旗袍，戴个小头发，咱俩的这个就是不一样。嗯。小活你不接了，大活不接小活。对，现在是大活，他那个档次不一样，上去了。小嗯，和尚也不要小活，和尚也是大活的料。小活给和尚，和尚有单位的。我这样跟美人像母女俩吗？你们这话说的。我像母亲啊。嗯，不是我像闺女，你像母亲。因为我今天这个妆确实有点显老。嗯，啊、对，有点像妈咪、嗯、比较成熟。对，但是和尚你要是把旗袍穿上，我马上就显小了。那你跟我比呢？我一个大男人，你跟我比嘞？那和尚等一下穿旗袍，他是老爷啊，他是姥姥。你整的好像谁不是大男人一样。我也是大男人，好吗？是这意思吧？你说白了吧，你今天化的就是个妈咪妆，就妈咪妆。嗯，行吧，怎么着怎么玩吧，这把我们衣服也换好了。美人像赵薇，我去，你什么时候近视的？还像赵薇他。来吧，这把打怎么吗？怎么玩？看他不像赵薇，我越看越像赵四儿。你又想炸雷了，我看你。嗯。你又想炸了。赵四儿、嗯，怎么玩？我说呗，你说，我都行，我都行。输了让和尚穿上旗袍，咱一起演个节目。八戒找我，八家兄弟啊，这没办法啊，兄弟们，这接应了这个活的呀。嗯，八戒找你啊，那你去呗。嗯，你先去。你俩干啥呀？你先去。我们两个先聊聊会儿也行，反正你先去呗，你先下呗。你先去吧。我不能舍弃你们俩。没事儿，八戒，你这八戒找你的话，你徒弟吗？不是。不是，现在八戒是我的老恩师了，他教我怎么在这个抖音界叱咤风云，怎么样去骚，是不是骚娘们儿？找老整骚娘们儿是这意思不？啊，你去整呗，没事。他们已经拉进去人了，嗯。啊、哦、那行吧。对。那我们是三人玩呢，还是再拉一个呢？仨人好吗？仨人。我都行。我的意思是咱们三公格还是四公格？你在整理你。要仨人的话，我这个身体能不能扛得住？能扛得住。再拉个谁？你们说拉个谁？拉个要、跟我们三个要搭起来好搭的。对，你们不要那个看一下，格格不入的不行，就是完全不跟我们搭的，还不如我们三个呢。就是这个。对，我这个。我这个身体能不能扛得住，主要是靠知道吧。墓园在吗？嗯，墓园在吗？不知道在不在今天。你看一下。想你的意。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那个是一个老爷们儿，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小娘们儿。干娘也不在，干娘不在吧？干娘怎么样？放下姐在不在？放下姐不在啊。嗯，哦，今天做节目墓园。我来找啊，我来找，兄弟们。放下姐在不在？放下姐，看一下。让和尚找一个，要能搭得上边儿。放下姐呢？那能对，能够跟你们玩的一起去的。那不正常的啊。脑子有点问题。这天天就找不正常的，其实找个不正常的真不好找，家人们。放下姐不在，我看到了，我看不到她。放下在吗？好家伙，打开、这个、我怎么找不着？放下，打开这个链接表格，家人们真忙活呀！我一看他们，好家伙，是不是啊？全是在四宫格，都是在四宫格。
我看不到方向姐。这么喜欢四宫格吗都？求求。四宫格画面，画面看起来可以的。我来看啊。那必须的。对，四宫格。看看。哦，干娘也在玩，干娘也在玩。阿弥陀佛。要要要，在这。这，这，怎么这？善哉，善哉。这位师傅，你怎么领那么多妖精啊？王师傅，啊，准备，你看中哪一个？给你介绍一个。佳慧师傅。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没事，我不要。没事。哎，佳慧师傅，嗯，今日啊，贫僧正在增肥，我可不想那么瘦啊。这两个妖精还是你来享用吧。哎呀，你来，你先来，你先来。贫僧，你先请。贫僧陈念一句。无缘消瘦，人间富贵。哎，该下手就下手，不要客气。这个是艳饼啊！哎呦，我的个妈呀！我的天哪！这兄弟们，这两位施主正等着我呢，是吗？不，等着你呢。网友，你好，你好，你好，先点个关注啊！你好，你好，点个关注啊！这是又来一个不正经的和尚吗？这是不？你看我不正经吗？不是和尚是正经和尚，至于我们正不正经，这个不好说呀。你那个就是他的头可光可光了，你的头上有毛吗？师傅，给他们展示展示。哎，贫僧也是一毛不拔呀。哎呀！哎呀！我的天，还是带上吧。我们家辉和尚，别万一，白嫩白嫩呢、啊，又白又嫩呢、啊。咱还是带上吧，别感冒。你要记住，我怕闪了他们的眼。好，俩秃老亮，嗯、啊、俩秃老亮，俩电灯泡。美人啊，哎，这个行不行？这个看上去挺可口啊。这孩子吗你？这个还看着可口啊！可是今日贫僧，这个确实不能让你们吃掉。他比和尚要肥一点，嗯，挡饱。我怕你们却吃了以后油腻，让我再控控，让我再控控。待有朝一日像家辉师傅这样，你们再吃我。美人，今天我们两个要吃他们两个吗？还是啥意思呀？还是他们两个吃我们两个？咱们俩要把他俩给干掉。嗯，别一我们干他俩，咱俩干他俩可以吗？一来可以干多不好。你别这么干，就对，那咱文明一些，文明一些啊。文明一些。美人，粗鲁，那你说。别那么粗鲁啊！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是这么说的吗？嗯，美人，你不能说干，你换个词。啊，那就整吧。那就我们俩整他俩，行吗？可以，嗯，可以啊。那佳慧师傅啊，把姿势快摆好。啊，谢谢关注啊，感谢关注。我们要开整。哎呀，我的天哪！哎呀，佳慧师傅。你先摆好，你先来吧，我在旁边观战。哎呀，这挺好，这挺好。那我们这把就是这样吧，就是咱两位师傅啊，两位师傅。别那样，别那样。你俩一个争一个主，各弄各的，各弄各的，各弄各的。那我们今天晚上这样吧，各弄各。抓个冤种。抓个第四名垃圾不倒啊，不拉倒。今天你别这样，你说抓四名的话就不用抓了，我直接来。粗鲁，不要抓冤的，咱要整咱就公平一点，咱就一二罚三四吧。那也行。好吧，这样吧，这样吧，那我也找一个垫底的，因为我知道我是这个底。
行，一个红烧一个炖汤，可以，可以，来吧，好好好，我都等不及了，嗯，一二发三次啊，我都等不及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一个来个赝品，一二发三四啊，咱给和尚弄一个，一个和尚都不好整，还整俩和尚呢，这个，一个和尚都拿不下，现在来俩，一个比一个肥呀、啊，有货呀、啊，那个有货，咱们开始整了，一个唐僧肉，咱们家3600人不够分。两个和尚够不够分？一个清蒸，一个红烧，还有一个，假如再来一个的话，还有一个就生吃拉倒，行不？来，家人们开个，熊凤来了，俩够了吧？俩够了是不是？来，啥人都有啊！感谢我丽君姐。来，整俩和尚来。谢谢我丽君姐，感谢我四四八八姐姐，欢迎倾城哥。谢谢熊凤，咱们给熊凤点点关注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播。谢谢熊凤，感谢我小猪姐。榜一的点开榜一的熊凤啊，咱们给熊凤点一波关注。榜三啊，榜三，榜三，榜三的熊凤点一波关注。那个和尚后面怎么跟了一个妖怪呢？他有女施主啊，他有啊。哎呀，哎呦，兔老亮，俩兔老亮，哎呀，这包整了啊，这和尚包整了，咱们得想办法干呐。
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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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四十八八姐姐，感谢我熊凤，家人们感谢一下，谢谢我香水哥，感谢我丽君姐，谢谢海星哥，谢谢红度哥，感谢明华姐，谢谢小猪姐，谢谢我小眼神，威武霸气。感谢感谢感谢，谢谢快乐哥，谢谢快乐哥，破费了破费了，第一次来东门直播间，这感谢大哥，谢谢大哥，哎呀我的妈呀，这不知道咋说感谢了，我这个火山板呢，我连关注都关注不了，咋整啊这是，谢谢谢谢大哥啊，谢谢大哥出手相助，感谢感谢感谢，威武霸气，窦老大今天晚上我就说了吧，今天晚上，今天我们两个咱俩咱俩立正吧。没事啊，师傅，啊，咱俩谁跟谁啊，同命相连啊，同命相连，不知道他们俩会惩罚咱们俩啥呀？这苦行僧嘛，要不然你们俩就惩罚我们两个抢媳妇儿吧。你们又不是八戒，哎，抢什么媳妇儿，啊，呀，嗯？抢什么媳妇儿，啊？和尚一般是六根清净。我们两个也向八戒学习，咱们撞个天婚吧。一个天，一个清蒸，一个红烧，嗯呐。一个蒸，一个煮吧。嗯，怎么惩罚我，嗯，这个，要不他俩，哎呀，来个，要不然让他俩一起来个炸雷也行。我真不会炸雷一下吧，他一次都没来过。抢媳妇儿，哎，你们两个抢媳妇儿撞天婚，你们来一个呗，我没见过呀。这咋抢啊？那你俩得配合呀。啊，我还要配合呀。对啊，你俩得躲呀，连连倩倩。啊，美人啊，对啊，可以。那是谁惩罚谁呀？那你在头，在头上得带个，得带个东西吧？得。对啊，你们俩头上还得带个东西啊，带个。不不不，我头上咱俩得带上吧？不是，他俩新媳妇儿嘛，啊。嗯，那咋弄的呀？新媳妇儿，咱是抢媳妇儿，抢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他俩带，哎对。对不是，这是惩罚谁呀？惩罚我们俩配合一下呀，啊！哎，你看我这个才是像，哎，像那个，这两个和尚抢媳妇儿，你这是，哎，这个才是红盖头的。我这是红盖头那个。我没有。这抢媳妇儿咋抢？你说这咋抢？我直接把他抱过来。哎，你就叫豆，我就叫美人儿。美人豆，豆别走啊，豆。豆别走。啊不行，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咱不是演节目，我们配合你，我们输了，你们惩罚你们的，不能带我们，不是惩罚我们吗？惩罚你们呀，你们就演，你们就实就是无实物表演，做一个好的演员，无实物表演，你当做有人，你就去演，去抓就好了，自导自演。那我们叫美人儿豆，那你们俩也那也没意思呀。嗯，那多尴尬呀。换个惩罚吧，换个惩罚吧。我们两个这样的话，就等于就被他们逗着玩了，被他们玩了。嗯，被他们玩不行。师傅，他俩没上当，不，嗯，咱玩不了他呀。对，他俩没上当。换个惩罚。这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套路啊！差点他们俩差点上当，差点让和尚套路啊！这可不行。好，这俩反应过来了，差点上套，家人们。对，差点上套，都把红盖头都戴上了，就差他最后一步了。猜成语，猜成语。嗯，行。哎呀，和尚，我发你，我发你两个成语。每人发你两个成语，你来演，让王勇猜。嗯，啊，可以，这行不？不是，不一定能猜得出来呀。没事儿，那大家伙一起来猜，好不好？他猜不出来，哎，猜不出来的话，让他使劲的，就是那嘚瑟，就让他演。不能说。啊，都是你给他发。啊，我先给他发两个。这俩差点上套。嗯，估计有人提醒他俩，要没人提醒他俩，他俩就上去了。不是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我们演出来比你还累啊，
配合你的话。不累不累，是啊，累了，累并快乐着，一个追快乐就好，一个追一个赶啊，你赶我们还是？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是贼呀，我们是啥呀？我们跑着你去追。你好了，你我两个发完了。发完了。第一个成语，王阳老师啊，第一个成语，啊、你看看我啊，嗯，看我，四个字的成语。你都看着点家了。发骚。为什么？发情。不是他这个是难受啊，还是？撕心裂肺。撕心裂肺。不对。嗷嗷大哭，痛不欲生。错。哎呀，这个，这个是个捶胸顿足，不，后悔莫及。看你们家人们的提醒啊，看公屏的提醒，我们家已经猜出来了。啊、哎呀，心刀如割，心如刀割呀。心刀如割，不对不对，不对，咱们帮别人点点赞，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咱们点点赞啊。欲哭无泪，伤心欲绝，对的，啊，伤心欲绝，好，伤心欲绝，对了啊，嗯，哎呀，我的天，第二个，这表演的太好了，嗯，这个。这啥呀你？这啥呀？这醉生梦死，不是，不是，老年不是老年痴呆，老年痴呆也不是，哭笑不得。伤，这不是伤心欲绝，这哪是伤心呢？我看他挺舒服的。哎呀，叮叮大的疯疯癫癫，接近了，接近了，苦中作乐。哭笑不得，神魂颠倒，不是浑身刺挠，疯疯癫癫的那个接近了，疯疯癫癫，那这疯，疯疯，疯癫癫。第一个字儿，你看形容这个人，疯一个字儿形容疯，疯什么？疯什么？不是疯啊，啊。颠簸流离，半身不遂。脑袋不太好。脑袋不太好。半身不遂。半身不遂，痛不欲生。第一个字儿，脑袋不太好，形容这个人脑袋不太好。疯。第一个字是疯。疯。我们家已经猜对了，我们家已经猜对了。疯什么？疯。我们已经猜对了，算了。我们这边没猜出来。风华正茂不是的，疯疯癫癫。你看我们家已经猜对了，书中的快乐，书中的快乐刷屏，书中的快乐刷个屏，疯人疯语，去王勇老师那边给我们这边都没有猜出来哦，书中的快乐，这个不好弄啊，呆头呆脑，书中的快乐，不是傻不拉几，不是，对对对，傻了吧唧，风情万种，对，猜对了，傻了吧唧，傻了吧唧，啊，傻了吧唧，你真是傻了吧唧，不是刚才那个动作啊。出了吗？我给和尚出，然后还让那个王勇老师猜。对，来，我发给你了，发给你微上了，你看一下。你兄弟们好像给，我怎么感觉还让我猜？你不还让我猜？一个人。对，我发给和尚了，让和尚猜，啊、让和尚说表演。嗯，咱就整一个吧，再整两个的话太。那整一个，就看第一个，第一个，好不好？第一个。第二个吧。嗯、第二个呀，行，第二个，嗯、看到了吗？第二个，嗯。形容一个女人，哎，别说话，嗯，不许讲话，疯，不许讲话，啊，那个，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形容一个女人，这个那个啥，不许说话，啊、只能表演。我想想啊，这个我知道，不是，她不是胖，丰满的意思就是丰满的意思啊，嗯、欢乐开怀，微微豆奶，不是，那个家人们，你们猜猜，形容一个女人，这叫啥？
这叫凶多吉少。不是得意忘形，不是这个不是凶多吉少，不是凶多吉少啊，叫风韵犹存，不对，风情万种，不对，也不对，对，珠圆玉顺，美若天呐，不，那跟那没关系，它就是形容这个比较丰满，然后风情万种，风华正茂，也不是，不是的，不是凶多吉少，阿拉多兹不是，晃来晃去。不是晃来晃去，啊，不是要形容女人啊，这个就是波涛汹涌，漂亮，嗯，对，不是你就来个波涛汹涌，你这样不就完了吗？因为我一直往女人身上整，后来想了想，波涛汹涌，是我自己想起来的啊，他心中只有这样，不是你不能怪我，主要是我想这个波涛汹涌是想形容海。大海、对对，大海那个波涛汹涌，哎，对，好，这不是也是波涛汹涌吗？那不一样，不是形容大海，形容大海不能形容不一样。心胸开阔的话，你会想到海；心胸不开阔的话，他只能想到一块儿。嗯，我都想到你啊。好吧。哎呀，这个有意思，真有意思，家人们啊！而且今天咱这人气还蛮稳的。所以今天也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给咱三位啊，对面三位家辉师傅啊，都点关注，还有给对面的小豆，要不是憨豆妹，还有咱家罗美人啊，都点关注，憨豆，行，好嘞，咱我也关注了，改天没事的时候咱再玩，好不好？行，好，好嘞，好，那行，那我们就下次再会，哎，好，再见，王勇老师，拜拜，哎，再见啊，家辉啊，家辉老师啊，好，来，好。累。哎，咋弄嘞？咋弄嘞？这和尚。撞个天婚吧。我们仨打一个才艺吧。对，撞天婚吧，咋来？你说 吧。算了吧，跟你开玩笑呢，还撞呢。不撞了。不撞了。我还真以为要撞人呢，行不行？刚刚那个王勇老师，可以，这画面就是，刚我们家人说，真假和尚配真假女人，嗯，哎呀，嗯，和尚，要不你也跟我们弄个旗袍吧？要不我们三个人一起，咱演个夜上海吧？你们不要把我往沟里带，演个舞女泪吧，好不好？我不是那样的人，舞女泪，我以后不会再扮演女人。你输了，我要做爷们儿，知道不？我以后我就是爷们儿。我就是你要做爷们儿，嗯，那你今晚先别做，你明天再做爷们儿。有他们老说我太，他们老说我太娘们儿，我一会儿改的很爷们儿。嗯，王老师没有佳慧可爱，你说你怎么哎呀，你这样和尚，你换个旗袍，咱们演个夜上海舞女泪都行了，行不行？咱们你能不能让我演一个爷们儿？我唱首《上海滩》，你俩。弄个上海滩的女人，那你换装吧，你弄个强哥吧，我许文强行不行？对，嗯，行，可以。然后我们两个冯程程吗？来，行吧。对呀、啊，对呀、啊，你不能老让人家，老让他现在不想要穿旗袍了，他现在改风格了。也不是，我刚穿过，刚穿过，还在地上呢，刚穿过。好。看他有多爷们儿哈，他要一直要爷们爷们儿，看他到底有多爷们儿，有没有逗爷们儿？多谢。你看看这死出那是爷们儿吗？他以前是干劳保的，知道吗？他就是那门口，就是说哈。他是做这个呀、啊，他现在要改形象，你说能改得着吗？能改吗？主要是啥？和尚他不想换女的原因也是有的，就是他一换服装，他就我就不是最年龄最大那个了。嗯，对，我不能让美人把我比下去。许文强是少林寺出来的吗？好不容易那个什么一把。
许文强是少林寺出来的，就少了两根毛嘛，戴个头发，戴个帽子不就行了吗？那是没有戴帽子嘛，那是没有戴帽子嘛。对对对，对。这不就像了吗？这不是？对呀、啊，这个不就像那么回事了吗？你还有披风吗？我这也没有披风，上海滩儿啥舞女类呀、啊？你这瞎整。啊，上海滩。嗯，我再看看能不能看见我的头，可以。能，这样可以。看不到我的头了。嗯。唱唱。你的白围巾呢？有没有？我没有白围巾。没卫生纸了，没有了。啊，卫生纸没有。你这一点不想吃，一点不想那个啥呀？一点不像许文强啊！我是许文强的他弟弟。怎么像冯程程的爸爸？谁呀、啊？他呀？像拉我黄包车的，嗯，哎。还有那个老鸨子，你们俩以后就是我的女人了。我心爱的上海滩的，是跑不了的，早晚是我的。和尚，你这一生你还真的搞得跟特务一样，你真的没有我长得好，没有我帅。我弄起来老是这样说人家，你看那又整这一事做。
哎呀，我啥时候演着演着演没有女味的时候，我再给来把和尚，我就女味就能学回来一点。嗯，是吧？是吧？嗯嗯，豆妹是南通人吗？我是启东人。俺是启东的。你不是比我女人。谢谢谢谢您的支持。你是比我娘。错，我是比你浪。你是比我妖，你也比我骚。妖，妖是对了，妖就对了。嗯，他比我妖，他比我妖。以后请叫我人妖。豆瓣的强哥哈，豆瓣的强哥比较酷，是不是啊？我们启东的第一美女，啥玩意儿？笑死我了。错，我以后也不准备扮演唐僧，不。呀，橘子姐来啦！欢迎橘子姐姐。橘子姐好久不见喽，我昨天看到你了。谢谢橘子姐，你真好，橘子姐，橘子姐。我的橘子姐，你干啥？哦，对，我看错了，我以为来我这送礼物了。哎呀。带宝宝，嗯呐，豆妹比我白是吧？我正常，我的皮肤不算太白，嗯，哎呀，我皮肤不算太白。刚刚其实最白的是和尚最白，和尚是最白的，他比我们女人都白，白嗯，他皮肤特别好，是的，谢谢。为啥呢？谢谢。哎，你为啥皮肤这么好啊？怎么白呢？我经常给大家说，我说皮肤好的原因就是不见太阳，不见太阳，不见太阳，皮肤就会好，是吗？就不晒阳光是吗？你现在是不是不出门的？不出门。我十五六年基本上没有见过太阳，说真的。哎呀妈呀，那缺两个牙，你缺两个牙，你天天不出门吗？缺两个牙，你缺两个这个牙。啊，獠牙是吧？獠牙，你弄上你就适合。梁哥是明天户口上启东。知道啊，美人，你应该知道咱们的生活习惯啊，你应该知道的呀。做主播的是不出门的吗？我下午起床，我偶尔出去晒晒太阳啊。不是，我说我们演那个夜场的时候。啊，夜场的时候那没时间，夜场的时候一般都是晚上八九点上班，完了十二点下班，完了又聚餐宵夜，然后第二天再睡到下午两三点，起来简单吃点东西又要该上班了。谢谢谢谢，嗯，感谢八戒的兄弟们啊，谢谢你们，谢谢。啊，和尚是不见太阳的，嗯，难怪他那么白。对，不见太阳就好了。嗯嗯，豆包永远是他白天骚的很，下午哦，嗯嗯，你白天播的时候比现在还骚呢。不是，今天这个角儿不一样，你知道吧？跟你们俩连就是一种娱乐扮演角色，嗯，然后呢，跟别人连的就是降妖，就是，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把咱陪来的女主播都当，你就你哎，你是不是白天连人家女主播就是调戏人家？不是说那么难听，怎么说话的调戏人家？他们说你白天连麦都是跟女孩连。不是调戏人，就是聊人家，聊骚。你到我们这里，你咋不聊我们呢？咱们这么熟了，还不好下手，好意思吗？哦，好意思吗？嗯，好意思吗？他都连女孩。今晚满月酒不摆了吗？墓园不在，今天晚上墓园不在。如果你能下手的话，我奉陪你。就哎，和尚这样的不是哎，美人，我跟你说，和尚这样子的，腊八姐不是你那个啥吗？你那个下得了手吗？就你，我不行，我接受不了，谢谢，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太白的，嗯，太白我接受不了，嗯，我一个我看到太白的人，我就感觉像一坨那个五花肉，你知道吗？又腻啊腻，嗯，那就算了。我也不行，嗯，我也看不了。我不喜欢吃肥，肥的，嗯嗯，我不喜欢吃肥的。嗯嗯，好，那行吧。这块五花肉我就走了，我这块五花肉，嗯，走吧。回头我把我自己做成红烧肉以后，我再过来好给你们俩尝尝。行你晚上多吃点酱油，每天多吃点酱油。哦，对，嗯，不用腌一下。每天晚上我用酱油做个面膜，明天估计就成红烧肉的颜色了。嗯，OK， 好的。唐僧肉不香吗？哎，红旭你咋来我直播间了？我走了，你走吧，啊，走吧，我跟妹妹再聊会儿。好嘞。红旭你咋来了？你今天没播呀？
完了，美人你注意啊，哎，你的情敌来了。反正我不管了，我走了。哎呀妈，你不是喜欢看热闹吗？哎呀，感谢我红心，还给我上个飞机。哎，你看你看，美人你看看，你看你看他那撒娇那个死样子，你挠他，你挠他。反正我不管，我走了啊！你们打架吧啊！我走了啊！完了，你们打吧。又打架了吗？鬼说你别走啊！又打起来了，对呀。不行，我看不了这个，太残忍了。美人，你看太血腥了是吧？太血腥了，太血腥了。美人，你看着办吧你。好好好。哎哎，你不想走吗？这咋咋整？走不了。红心，红心来了，红心来了，你今天不播干啥呢？不播干啥呢？偷懒呢？偷懒呢？是不是？家人们来，榜一、榜二、榜三，咱们把关注给点上来。榜二，红勋，世界冠军红勋，点上。榜三，熊凤，是我的一个以前认识的一位唱民歌非常好的一位主播。一二三，咱们关注一下，走一波啊！一二三，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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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舞女泪呀！嗯。红勋，今天你看，你看我这个扮相，你看，再看美人的扮相，相思病犯了，你真事儿啊！美人，他是说相思病犯了，昨天晚上看到我，今天他不播，都要来看我一下。嗯，这咋？没事儿，每次来看你，送个飞机也挺好的，送个飞机挺好的。没关系，欢迎欢迎咱那个红勋每天过来看一下东妹，送个飞机啊。嗯，谢谢谢谢，冠军是个好孩子，做弟弟真的很好是吗？别红心红心的，没知识不会说话，那叫啥？还红心红心的，我爱咋叫咋叫啊，我就叫他心。还要教我呢，他说你别红心红心，没文化咋的了？没文化，没事，我就没文化了，咋人？送礼送的多挺好的，送礼送的多，等以后我们到时候都放一起的话，是不是共同买点啥也挺好的？嗯，我们来直播不是为了赚点音浪吗？谁送都是送，是不是？这个不能拒绝，送音浪不拒绝，嗯。要叫熏熏啊！哎呦我的个妈呀！你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还熏熏？再给你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嗯，叫冠军送华子，那就不必了，就那就不必了，就当随个，就当随个份子了。嗯，随个份子也挺好。嗯，豆妹儿一会儿卖萌，一会儿又男人性格，我感觉我这个样子好像美人啊，特别不习惯。我感觉换回男人样子，我就特别习惯这个样子。那你换吧，你换吧，我总换吧。我总觉得这感觉不自在。那你去换吧。嗯，换这叫去了歪歪。好的好的好的。嗯。熏熏是红茶。哎呀我的个天哪。来家们给熏熏点关注啊。给熏熏点关注。榜二。榜三的话是熊凤啊。给熊凤点关注。榜一的话是我们家大姐啊。哎。穿军装啊。哎，这样豆儿，嗯，你说，咱俩玩一把，咱俩玩一把，咱俩打个榜十。哎，这是榜十，你就别一起打了，就玩个定数就行，行吗？玩定数啊，行，嗯，那就13140。行，输了咋样？输了咋整？输了，你说咋整？这我操！我哪知道？输了再说，现在先不想，先打。输了表白啊？你趁着谁在？你趁着小勋上点票。你这上点票，你这薅着这勋啊，让他打你啊？哎，这行。行不行？能打我？行。啊。定数是吧？定数13140。13140，他跑了。啊，13140。趁他在的时候赶快打票。他跑了现在。哎呀这孩子聪明的呀，跑了吓跑了这是。还
想到了，想到了打你，他救救他来了又来了。哎呀，那行那行，打，啊打，打，开始，定数啊，定数啊，谁离得近，谁离得最近，谁就赢。啊 ，OK， 好，离得近的算赢，好吧？不管冒了还是少了，就是最接近的那个算赢。OK， 好嘞，好走一个。哎，我刚才的快乐哥呢？快乐哥人呢？快乐哥呢？刚才出来出去的两下子，快乐哥呢？嗯、冠军这孩子实在，你们这讲他那个啥，13140定数啊。我们这个是啥来着？我们这个助力一下就行，相互助力一下就行，相互助力一下就行啊！小票往前怼怼就行，13140。定数啊，定数！感谢我488姐姐，感谢我姐啊！今天晚上我姐那个啥了，太那个啥了。这你们就看红勋吗？这不好意思呀，就看红勋不行呐、啊。你这咱们得往前给红勋一点那个叫啥来着？给他一点劲儿啊！啊，找冠军会幸福。那你们这你到底找谁？谢我488姐姐，咱们啥的有啥的，我们就往前出这就行了呗。就是我大哥，想喝咱就喝。一人一颗心儿呀，一人一颗心儿啊，现在助力呀、啊。谢我熊浩，熊浩不用上了，熊浩不用上，不用上，没事啊，没事，不用上，不用上。来，家人们，一人一颗心儿俩。二两漱漱口，半斤暖暖胃。一瓶酒下肚，听我给你吹。谁把谢谢我雪狼，感谢雪狼。人生难得醉，喝酒喝到位。谁要不喝倒，谁也感谢我488姐姐，感谢我橘子姐。哎呀，我姐，感谢我雪狼。雪狼是姐姐吗？心里愚昧，醒来不后悔。雪狼是哪哥哥呀？感谢我雪狼哥。漩涡，小脸红扑扑，唠唠知心嗑，推杯换盏到天明，站开几回合。就是我大哥，想喝咱就喝。谢谢雪龙哥，感谢橘子姐姐。再给你唱首歌，岁月有几何，就图可乐呵。人生短短几十年，要活得洒脱。二两漱漱口，半斤暖暖胃。一瓶酒下肚，听我给你吹。谁把欢迎明星哥回家，家人们，只有30秒了。人生难得醉，喝酒喝到位。谁要不喝，感谢黄土哥，谁也不许退。只要感情对，哪有愁滋味？喝到心里愚昧，醒来不后悔。牛皮
谢雪龙，谢谢我雪龙哥，感谢我熊凤啊，谢谢我红都哥，感谢我大美姐，谢谢我小眼神，感谢大家。这个还能赢呢，咦妈耶，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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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榜前呢我们点点关注啊，榜前呢来榜一榜二榜三榜四榜五，咱们点点关注，关注给豆儿给他们点一点，没到一三一四，谁离得近谁就是赢。豆妹儿，豆妹儿家人说啥都没事啊，没关系啊，豆妹儿家人说啥都没关系，对于错都是对的，嗯，说啥没关系，他们说豆妹家人带节奏，没关系没关系，豆妹家人自己家人、啊、好的好的，橘子姐姐谢谢、啊、谢谢橘子姐姐，大家别看得心上，感谢感谢、啊、嗯嗯，啥人呢，说带节奏应该不是豆妹家的人，应该是其他家的人，说啥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说啥啊，没事、嗯、你这个看着你来吧。哎呀，来吧来吧啊，没关系啊、嗯、大家说、嗯、说说闹闹热闹闹挺好的，如果大家不说你不那、嗯、不干啥，说明对你没什么呢，说你聊你不管是说好的坏的，对你妈你有话没事没事、啊、挺好的，你们粉丝也不要见怪、嗯、我们粉丝这边这说啥我们也不见怪，好来不见怪、啊、哎呀我输了我输了，你们多打打字吧，好好与不好多打打字，这样对多打打字带带公平滚动的快快一点，其实带节奏带节奏也是滚屏的一种方式，也挺好的、嗯、比较好，都别往心里去，其实大家说什么他们也是随便说一说啊，我们不冠军小气，冠军小气你咋不给我豆上呢，行来吧，想罚我个什么，人家刷俩飞机了还小气啊，那我咋没看到你刷飞机呢，这啥情况呀，这是啊啊，这么大气了还说人家小气，咋回事呢，挺好了，能刷俩飞机挺好，这啥人呢，很棒很棒，表白，你熏都在这里，你让罗美人跟我表白，你们是心是真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吗，啊，真心话，可以用歌声表白，其实有两首歌就特别好，两首歌都好，嗯，那你说啥表白，就是有一首歌很好听的一首歌叫心头肉，我俩经常演的，还有一首歌叫好姑娘，都挺好的，不想听歌那你说吧，你说这发个什么都行，哎没人，豆妹有点过了，我咋过了呀，啊我咋过了呀，哎你别看，先别看屏幕，先别看屏幕会影响你的思绪，他们说我过了，我过了是啥意思啊，谢谢啊熊凤啊，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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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熊凤，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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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觉吧，动脑子了，表白呀，哎呀表白你这咋表白嘛，咋表白，说心里话吧，要不真心话是吗，啊真心话吧，要不嗯可以行吗，大家就喜欢听这些，嗯是吧，真心话行不行，如果说你要讲一些咱们那个私事的东西他们特别爱听，但是给大家说句实话，有些东西啊就是特别是做主播的就是不能把我们所有的一些个人的私事，包括我们每天收入多少啊，每天怎么样这些东西就是大家特别想知道，包括我和豆妹我俩一些问题，你们特别喜欢往里挖深挖，嗯但是咱那个底啊、嗯、对不对，嗯不能老挖主播、嗯、主播就因为主播是透明的，他每天在直播间，你们是隐形的，我看不到你们，但你们老是喜欢挖一些太深的东西也不好，我豆姐和美人都那么优秀，你们别乱说、嗯、就是你别乱说乱说啥呀，那别乱说，就像有人老问我上厕所去哪里唱，就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嗯、其实这个问题我回答你们和不回答你们都是一个样，因为你们也不在乎我，嗯嗯，我上什么厕所就这种感觉啊、嗯、就是一些问题其实你们就是喜欢好奇害死猫，嗯 嗯, 嗯，有些非问题的问题你们就喜欢问，我们要保留一些神秘，这样你们才对我有兴趣，所有的东西告诉你们了，你们就会默默的离开我们了，因为我们没有你们吸引的点了，你们就会走、嗯嗯、对不对，
嗯，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们好奇心太重了，一旦没有好奇心，你会对这个主播会失去兴趣。嗯嗯，我们维护粉丝很难的。对呀、啊、对呀、啊，就要本来就是要保持交流，要保持距离。嗯嗯，他们要让我们跳舞，跳舞跳啥呀？炸雷我才不给你们跳呢，炸雷我才不跳呢，天天跳炸雷，和尚炸雷炸得好，我们两个 不适合炸雷，跳坏姐姐呀。哎呦我的个妈呀，坏姐姐她跳得好、哎、其实我今天这个衣服更适合那种比较优雅的，或者是类似像邓丽君类似的歌会比较好一些，或者是那个韩宝仪的歌啊。那我唱邓丽君的，你来演，可以啊，行吗？可以。我只在乎你能唱吗？还有一首歌，我只在乎你，我会唱啊。那你要不我唱？你唱的话，你就演不了了呀。没事，我站起来唱，边唱边演。我只在乎你，我用男生唱可以吗？可以啊。好。那我要怎么配合呢？我怎么配合？我不然的话我是我要唱的话你可以演，不然的话我那你唱我怎么你唱 我怎么配合，是不是？你来唱我来演。好，关键是我来唱你来唱我来演、我只在乎你。对，哎呀妈呀，试试看啊，我也没咋唱过这歌，是这个吗？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情意。欢迎刘宝儿哥。如果有那有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唯一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情意。
哎呀，你们在直播间就是那个啥来的，这评论的也太那个啥了，太那个太有意思了啊、哦，太有意思了。有的人说喜欢这个，有的人不喜欢那个，你不喜欢你不说出来不就行了吗？还要说出来干啥？哎呀，是不是啊？嗯。美人和豆妹儿在、现在的问题要有人包装培养，更需要大家的支持。这对我哥说的是最实在的，最实在的。我唱一个，我要唱我就唱男生的歌了。啊、我哥说的是最实在的，大家你们看个节目就可以了。哎，这好那不好，这不行那不行的，那你们说的，你看的，你看了就行了哦。看节目，我给你们演，你们看就行，行吗？对，让美人唱来。我唱一首什么歌？我唱一首他，我唱他演呀，那咋演呀？你唱啥都行。我唱舞女泪，那不行，这个不太好。我唱一个，我唱一首男人花好吗？你听过我唱男人花吗？没有没有，你要深情一点，你要深情一点。男人花好不好？嗯，好，嗯。变成你要你保护的他，当你远离了家，屋里有了你爱的他，忽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在哭也忍着笑，哥们儿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这就是我们过了30岁的男人，男人也像一朵花，需要人来灌溉它，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男人不是不流泪，只是躲起来心碎，宁愿曲折站也不要笑着跪。男人也是一朵花，也害怕风吹雨打，有谁能看到坚强后的伤疤？生活不过一杯酒，最晚的路还要走，爱人和朋友，我在你的身后。你看这多好啊，男人花。这评论啥？他让我唱女人花，我唱不了女人花。我女人花那首歌它是属于女中音，那女低音下不去，高音上不去，就不好唱。女人花应该我来唱。你让豆豆唱。对，女人花是我唱，不适合男生反串唱这首歌。嗯，不是，我们家的什么评论都有。冠军好，有的是你们俩太配了，有的是说罗美人太狡猾了，啊，罗美人太狡诈了，还有狡诈，还用狡诈来说罗美人，哎，然后反正啥人都有，反正什么评论都有，啊，啥都有，好的不好的就两派嘛，要么就他好，要么就这个不好，挺好，要么这个不好，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为啥？啊，社会，咱们整个大环境，你看叫什么叫阴阳结合。
八卦，嗯，一黑一白，哥们儿也男人好，对我也觉得永远永远，你再好的一个人，嗯、永远会说有你说不好的，说你不好的东西，对对对，永远都有黑白的，他不可能只白不黑，嗯、是吧、嗯？有一部分人他要扮演那个角色，没有办法，嗯、所以这个是、嗯、这个是大曲，就是一定要那个啥的啊、嗯，这个很正常。如果说都在夸我们，那就不正常了。就是、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没事啊，没事啊，人家说我豆妹儿不好的，那我跟人家吵架去，对不对？那有人说好，肯定有人说好，有人说、嗯、说好，有人说不好，有黑就有白，有高就有低，有胖就有瘦，本来就是世界的规律，就是万物的规律就是这样、嗯、是不是啊？谁人背后不被人说，谁人背后不说人，人生就是如此。说说别人，被别人说一说，都是这样、啊、这很正常的，太正常了。咱在说别人的同时，直播间里三千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说我好，不可能每个人都说美人好，不可能每人说冠军好，嗯、是不是、啊？那榜上的大哥有的时候他们还骂呢，那你说你这咋整？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没办法固定说什么是好与不好的事情，只要你看他顺眼了，就是一个坏人，你也都觉得他是好的。你看他不顺眼了，就是一万个人说他好，你也说我看着他没感觉，我觉得他不好。所以就这个事儿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说我们还是做自己最好了，不要丢失了自己。你为了迎合人而改变自己，我觉得那样是不值得的。我们还是原有的风格。有的人说指指点点，对豆妹儿也指指点点，你不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那我到底应该哪样？哎，我到底应该哪样？是不是啊？那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活成你想要的样子，那没有办法，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怎么这些东西我咋说呢？我怎么跟大家解释呢？做好自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孝顺父母的人，嗯、我觉得就够了。对对对，是嗯，就是这个意思啊，其他的都不说了，这、嗯、说了再多没有用，都是虚无的东西。嗯嗯，人家还在背后也要说我这个那个的，我来去跟人家对峙去，不可能，对不对？那抖音上，说实话，抖音上的大部分的人，这个。就是还是非常非常有素质的人，一般不会说太难听的话啊。嗯 嗯, 嗯，对嗯，做个文明的看客，对吧？这个就非常好。所以说，我们都互相欣赏吧。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嗯、不可能一啥都不是，对不对？一人难称百人意，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嗯嗯，没事啊。都是冠军的家人过来说的，那也正常，让他们说就说呗。正常正常正常过来说正常正常、嗯、给我们直播间带热气挺好的。对对对，挺好的，带点流量也挺好的、嗯、包容包容包容啊，包容、啥也不那个，嗯，每人素质很高的，嗯呐、啊、所以说呀，每个人都有好不好的，不介意啊，不介意，你们愿意说就说呗，骂我几句。但是有一点啊，姐妹们，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啊，嗯，就是我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不太相信风水或者是气场或者是口念这些东西，嗯嗯，能量，嗯，但我现在我相信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要是说别人难听的时候，说别人难听的话或者骂别人的时候，一定要给别人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你说了对面不好的，你要。懂得给豆妹送点小礼物，这样才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说你只说指责别人的不是，你又不给别人送，就是叫这叫上舍得施舍的这个东西啊，它是对你不好的。这个大家相信，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这个问题啊。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如果你造了口孽，那你要去其他地方给你弥补一下。嗯，所以说大家尽量，如果你不想送礼物，那就尽量不要说太难听的话。好不好？多赞美别人，多赞美别人，这是对你好。我说的实话。嗯 嗯, 嗯，对的。嗯，对对对对对对对。要不你就多夸夸别人啊，多夸夸别人，然后就是叫嘴巴里边你说的好话多，给你带来的能量也是大的，也是好的能量。嗯，是不是？嗯，对。行，就是我现在会相信这些东西。互动，嗯，嗯，互动互动，没事没事，能量互动就行。啊，你们愿意在屏幕上打字，愿意跟我们那个打字评论就行了。嗯，好嘞，好了，那我也撤了，撤吧，嗯，我也撤了，玩一会儿，
好嘞，我也聊会儿天儿。行，聊会儿天吧。嗯，好嘞。谢谢，感谢，谢谢大家啊！谢谢我四十八八姐姐，感谢我姐，谢谢迷情哥，感谢红都哥，谢谢我倩倩姐，谢谢我那静静奶奶，感谢大家。终于结束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不结束，那这那我们不能这。希望我们结束啊，还是啥意思吗？这是啥意思吗？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不管是连麦还是咋的，咱们就能说好话的经常就说好话，是不是？对不对？我说的这是不是啊？是这道理不？就是这个意思。不结束还能怎么着啊？不结束我们两个挂在一起还是谈恋爱谈到明天早上啊？那也不可能，是不是？豆妹心里有数，对，我心里有数啊，心里有数，不管是哪个人好与不好怎么样子的，咱心里有数就行了。欢迎九零哥，不需要放在嘴巴上去叭叭，叭叭的也不行。线上线下差别好大呀，和谁好与不好别说太死。对呀，你生活当中谁也不知道，说实在的啊，生活当中谁也不知道。我生活当中可能跟我的那个拍出来的段子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谢谢梦笔啊，感谢，知道吧？所以每个人的那个方式啊，那个都不一样。生活当中豆妹可淑女呢，可文静呢，你们知道吗？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出来。因为拍的短视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要拍视频，我要流量啊，我拍成这个样子。但是我生活当中我可不是这样神经病的。所以说美人她生活当中啥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她屏幕上的她一直化妆啥，有可能生活中特别排斥化妆呢。有可能生活当中特别爷们儿呢，一点都没有那种女人气质呢，对不对？你知道吗？你们也不知道，要接触了以后才知道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不好说啊，不好说。这种事情网上面互联网上面看到的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自己，知道吧？哎，这就对了啊，叫多了，叫台上是做戏，台下才是真正的做人。放下姐来了。豆妹儿啊，哎，你要结束了吗？我差不多快了。咋？你几点结束啊？我带货了，你们有需要的上我这儿来吧。行，你都啥产品？有福利产品？有没有这福利品啊？来，有啊有啊，我跟你说啊，夏天不是夏天那个清热解暑的茶啊。茶呀，喝的茶呀。啊，化妆品还是？夏天解暑的。啊，夏天解暑的茶，还有手霜、化妆品、日霜晚霜50克的才79.9米啊！你快来吧，你让他们过来看看吧。那啥时候给豆儿给整点？行，一会儿的啊，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一会儿的啊，好，拜拜。好，你们想要的放下去直播间啊，你们这那个啥的有那个有福利品啊，看看啊。现在还敢买快递呀、啊？我们这边快递封了几天啊？今天我拿到东西了，能买，谢谢我家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对豆儿的这份支持，每天直播间里陪着他就是一份支持啊！不能说谁好谁不好，就算说我几句，我也不可能说你们啊，你不行，不说。啊！你们来支持我，在我直播间里，那有能力的捧个钱场，没能力的捧个人场，是不是？给豆儿做一个人气，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人气，那还不好吗？是不是？挺好的，挺好。说实在话啊，只要是豆儿的粉丝，就关注我，能来我直播间的都是好的啊，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直播的这种娱乐的这种效果，你们懂的意思吗？你们经常看直播的应该会懂，娱乐的这种效果出来的这种直播的效果，让大家看的他有看的点，不然的话一本正经的你说一我说二没意思，你懂的吗？现在直播不都讲究直播效果吗？对不对？你们评论任何
都行，但是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好，这样不就行了吗？这样大家我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吗？啊，明白了哈。哎，这个就是这就是效果啊，效果。所以说，都行，反正你们在直播间里看就行了，好吧？豆妹儿这么优秀，应该找个好对象。嗯呐，能找着，你放心吧啊，放心吧。必须能找着呀，必须的呀啊，明白吗？哎，你们看就行了，看就行了，你不要这太栽在里面起不进来了。对不对？放心啊，绝对不会差了，那当然不会差，好不好？懂你，你在我眼里是最棒的。好的，你就知道你们家豆儿不会差事就行了，该说的该干啥的，你不差事啊，不差事，就知道这一点就行，好吧？哎，这就对了。9166的家人们，哎，陪到现在的不都是铁粉吗？豆妹儿对象现在有目标吗？别讲对象这事啊，是缘分到了是就成了，你们不能再讲这些了，行不行？哎，跟美人的话是荧幕上的好搭档，知道吗？至于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是能不能促成对象啥的，咱们就不讲这事儿，谁知道呀，对不对？你们只要在直播间里看得开心，看得快乐，看到我跟罗美人表演的你们的喜欢看 PK 的时候跟和尚他们喜欢看，这就行了，这就是网络，牛逼吧啊，现实网络咱们就分开行吗？这样就好啦，这样子一想不就想明白了吗？豆妹说的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不对？经常看直播的是不是啊？哎，对，你们都知道，就行喽。拍喜剧有兴趣吗？拍喜剧有兴趣怎么了？有大片了？有大片吗？啊，有大片的可以考虑一下。两人的八字合一下合适吗？你不要相信那个东西，还八字呢，哎，不去还要找老太太算一下呢，是这意思吗？不要那么相信以前的东西，我就相信缘分的东西啊，眼睛看到的身心体会的东西啊，不能想些这些东西，我这不太相信，知道吗？只想着自己感受得到的看到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咱们就去整就对了啊。没觉得美人很真心吗？他还行，他的性格还是比较沉稳的，知道吗？性格比较稳重沉稳，男人不都是这样子吗？像我的话我是哇哇抓抓的，对吧？一切都比较一切随缘，好吧，一切随缘。启动人骄傲，我也不是啥骄傲啊，我为启东也没干啥呀，关键呢哈。启东是我的家乡，我是启东人而骄傲，不是启东，我是启东的骄傲。反过来说了，你说反了。我觉得启东这个地方挺好的，生我养我的家乡不好吗？所以说我觉得启东这个城市也非常好。我为我身在启东我觉得很骄傲，应该这么说。对吧？我老是人家就是说我是什么豆妹儿，豆妹儿是启东人的骄傲，千万不能这么说，容易会被人家喷的。你是我的粉丝，但是别人听了就是觉得太对我就是太那个。
对不对？嗯，豆妹儿要上央视了，不然早就去了，3月20号就去了。嗯，不就是疫情的缘故，咱一直拖到现在嘛。五月份如果可以的话，咱就肯定要去北京了，有好多事情呢。北京的老师啊，各方面还要让我上《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还要让我上，那个啥，北京要去呢。啊，汪导还给我编了好多节目，大导演等着我要去那个啥呢，好多好多。所以北京。这一趟如果口罩拿下来以后去北京还得要、可能要一段时间，嗯，去一趟去录节目还有什么可能要去几天，都是去星光大道报名吧，不用报名，星光大道的总策划都不是给我策划节目了吗？不用报名，人家直接看上我就不用报名了，直接帮我策划好节目直接上就可以了，嗯，还有报名嘛，对不对？嗯。谢谢小玉啊，小玉你一直在吗？还没睡觉是吧？汪导不就是星光大道总策划吗？他就是看中我那个了，那个啥了，他就帮我不是一直在策划，给你开了绿通。他在网上已经给我面试了，王威念老师，王威念王导推荐的，他说王导推荐的基本上他说没问题，他说王导都看中了我这一关肯定那个啥的，肯定过啊！他说王导是谁呀、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他说几年都是拿奖的。谢谢小玉啊，咱们给小玉点点关注，我们启动了老乡主播啊！谢谢小玉，不用送北京的粉4488姐姐，到时候我就上北京找你去啊！啊，哎，家人们，北京的粉屏幕上扣个一，在北京的。屏幕上扣个一，就是你在北京的，这么多吗？哎，这么多吗？不可能吧？怎么会这么多？我们这北京的粉这么多吗？什么时候去星光大道？我不知道怎么安排。嗯。汪导的安排，汪导给我策划节目，策划好了差不多就行，对吧？他说我除了上大道的话，还有其他档的节目都也可以参加，还要帮我设计一套豆妹的表情秀的表情包，让人家下载，就是做那个表情包的，不管我们是微啊、抖音啊，就是做一个表情包。哎，他们对我太好了。今天汪导没开播吗？不然的话要连一下。北京人有眼光的，先把4488姐姐，谢谢我小玉啊，谢谢我小玉啊，家人们给小玉点点关注，榜三，这个是我的那个叫啥启动的啊，启动的老乡主播，家人们点点关注啊，非常优秀。冠军家人好多是北京的，对，冠军也是北京的，太好看了，好看就不提了。汪导开播了呀！啊，没连上，今天他没找我连。豆妹去北京一定要留点时间跟冠军见面哦，他请我吃饭，他说尽地主之谊到北京会请我吃饭啥的。那我们作为朋友的话，他那个啥，就那个，请我吃饭也很正常嘛，对不对？也很正常。本山公司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就差一个豆妹儿这样的。他们的二人转的人才多了，那我这不算啥。说实在的，豆豆，你认识你老家的小娟吗？我不认识，我没见过。把美人带上，美人带上，他也不肯，我估计。他上过不就是他大道不是上过吗？你会带美人助演吗？也看节目需要的。他有可能给我安排的节目，他就是让我一个人演，他也上次说了不让我有任何人助演，让我一个人演好多角色，就是这个样子。你的才艺比较独特，才艺的话也要老师们带。嗯，我自己的话我整不出来那么多上舞台的啊。请随便搞笑一下看看，我差不多把你作为你随便，你要加我一个粉丝团呗，你要不行吗？小娟在启动很出名，好多没有好长时间没有看过她的抖音了。出名吗？很出名吗？
我在启东怎么没见过你呢？在启东哪里？我又不上街溜达啊，我又不上街溜达。你启东的话，你怎么这我你上街你就能看到我呀？是不是啊？加了搞笑一下吧，要不你上个榜一吧？嗯，现在聊天时间啊，明天吧，明天要不你们过来，我给大家演节目，行不行？现在都快那个十二点了，跟大家聊聊天。刚刚一直在演了，又是唱了，又是演了，那个啥的。明天我8点半播啊，一来你到直播间里来做前排，好坏哟，就是骗你一毛钱那事。家们喜欢豆的话，把这黄色的星星点一下，一抖币加加豆梅家的粉丝团就行啊，一抖币加加豆梅家的粉丝团就行，好不好？哎。谢谢聊聊天儿，对，一个晚上老是整的跟美人一会儿就演的，又是这那的，我有的时候空下来想跟我们916的家人们聊聊天儿，聊天儿我觉得大家也挺。过去其实很快很快到那边，你不可能到机场去接我吧？啊，你不可能到机场去接我吧？红勋说要到机场接我，你不可能跟红勋一起来接我吧？就因为我们这边的疫情现在就是上海这边有点那个啥嘛，所以我们离得比较近，所以我们管制的暂时还比较严，万一一旦开放了那个啥的，我就可以那个啥的。出门就可以欢了，嗯，你现在转一下眼睛，可以，你现在上一下榜一，哥，行不行？你现在上一下榜一，我马上给你安排，行不？不然的话，你有点尴尬。姐啥时候去参加央视节目？本来3月20号，现在不是去不了吗？3月20号是妥妥的要去了，人家张同学已经录好了一期了。到我这边什么都给他了，去不了。3月20号去问了，他们那边说启动过去要隔离，所以说没有办法。不然的话早去了，嗯，早去了。嗯，现在我估计要到上海这边全部通了我才能去。所以说，没事儿，慢慢等嘛，等天气暖和一点，我出去走了也会好走。现在我直播间的好多北京的粉丝啊，像那个的，再聚一点粉丝，到时候去那个啥了。嗯，等你凯旋的好消息呢，那必须呀。啊，首都机场去接你，真事儿吗？到时候我直播间里说明天我坐几点的飞机，你们不要在机场全部接我。那我刚干的可不好意思了，又是爆鲜花的，又是这那，又是找我签名合照的，那可妥了。那都是这样的话，你真是名人了，你们可不能这么干呐，不能这么干，行不行？不能这么干啊、哦！不要组团，组团不行，组团动人不行，嗯，心里过意不去，我不想要排面，我不想要排面，排面太大了，我又不是什么明星大腕的。嗯，不行哈，不用，真不用这样子的话也挺尴尬，真的尴尬死了。不能这么尴尬的，我不喜欢这样子的。我现在我在我们启动出门的话，我尽量出门不让人家认识我，帽子、口罩、眼镜，我不想人家认识我的话，我一点行动都感觉不自由，就被人家盯着不好。我上个菜市场全部都捂上。啊，我上个超市全部都我想着看看人家有没有看我的啊，我这样的话我行动比较方便，你知道吗？啊，有的时候大大咧咧的行动比较方便一点，不然整的可不方便了，人家老看我，有的时候还偷拍我呢，这整的一点都不开心。现在我还没火呢，我要火的话人家跟在屁股后面屁颠屁颠的追我。
啊，屁颠屁颠的追我，有的时候我上超市后面的人就追在那里，这不是憨豆妹吗？哎呀，我说啊，是我一直看你哎，这老这那个的还叫叫的声音可大，那人家都，哎呀，这样就不行，这样就不行啊！上次有个美女，她从背后影就认出我了，因为我头发长嘛，点灯牌没点的，咱们点点灯牌，头发长嘛啊，放到这后面，人家坐，我从背后我就认识你了，你看看，熟悉吧？啊，后背影都被人家认出来了，可了得呢。所以说我不能瞎跑，你知道吗？不能瞎追瞎跑，嗯，一定要稳住啊！豆妹还没火呢，等我啥时候火了以后，咱再考虑接下来的事情。咱现在没火，是不是？不能飘啊，大家伙儿。嗯，还不能飘啊。那行了，你们要睡觉了，那就睡吧。啊、嗯，是爸爸姐姐，红都哥，睡觉吧，十二点多了，行吗？现在就停火了，火啥呀？感谢小玉，走了，晚安了，好不好？稳住是对的，那必须稳住，咱也不只是没有资本呢，辛苦了，不辛苦啊，家人陪的辛苦了。晚安了，宝贝儿们，那我今天就下了，好不好？今天就下了，晚安，晚安，晚安，到这儿吧，晚安，晚安，晚安，拜拜，拜拜，明天见哈，明天见，好的，明天见，好梦，好梦，好梦，做个好梦啊，哥哥姐姐们，嗯。